啊！笑死我！对不起，我刚刚在看隔壁幽灵的台，看到忘记开台啊！啊！大家早，大家早，好想睡觉，好想睡觉。嗯，啊，哼，又在哼，哎，不行哎，我开台前好像不能吃药，我最近都是白天吃。吃抗忧郁的，然后刚想说，啊，开台前好像心跳有点快，然后再吃，就差点吃到有那个安眠药。啊，大家早安。明天还要去趟台北，我要去弄那个弄 YT 收益的东西。那就等他们。哦，你这次这么快啊？哎，我这次很快哦，太快了，还好5分钟刚好。还是谁慢吞吞？老人家果然慢吞吞的。哎呦，偷出他的画画哦！100岁的老人家慢吞吞，他不止100了。他还没有开耳麦，没关系。嗯 嗨，嗨，嗨，我好了。喂。哦，哎哎，那我们要开始了吗？这次有要调高难度吗？还是你们觉得普通难度就好？还是要困难一下？来啊！不同的难度有什么区别啊？就是可能挡3次的道具变成挡2次这样。那为什么我们上次玩都可以直接看到鬼的样子？也是不是因为难度啊？对啊，这游戏好像都是这个样子。他好像不管选什么难度，都是可以直接看到他长什么样。疯狂难度。疯狂难度的话，就是挡3次的东西变挡1次这样的。哇，很花钱哎。对，就是比较花钱这样的。买的次数也会少，对不对？对。哦，对，能买的总次数也会减少这样的。还是我们先玩普通的来练个一两把，再来提升一下难度。你会看哦。好啊。你们觉得呢？害怕了。好啊，就普通番茄害怕嘛。没有，我是练习，让我丢一下。好好好好，那我们还是选最简单地图让你练一下。那好像先死比较划算呢。对啊，先死不会扣钱，反正只会找钱不会扣钱。你们要花钱去找证据。哎，我怎么刚进来好卡？哦，好了好了好了，我要少一个人的那个回音可以关哎。我还没进去呀、啊，不见的也不见了。啊，要关好了。算了，他偶尔会关不掉其他人的那个回音。哦，这样就好。哦，他已经在里面尖叫了、欸，好快哦！啊、我什么都听不到。啊，我要拿强光手电筒，免费的。管理要，希望他不要。马上把我抓走了！让我想一下游戏怎么玩。喂，把这个任务。
使用诅咒禁止激怒鬼魂，打开厕所所有不屋内所有水龙头，打开所有的门，打开所有水龙头跟门就对了。嗯。哎呀，我不记得那些按键要怎么用，天哪！我买个手电筒好了，便宜的。喂 ，G， 哦 G， 开门。那个测温度是要到处测吗？还是？哦，走一走，它就会自己好了。对，嗯，走一走，哇，这冰箱都是。Give me a sign。哎，都换动不了。Show yourself。哇，这还有地下？在哪里？我记得地下室好像没有那个水龙头。We are friends， 可能有门呢。乖 ，I'm friendly。哦，他拖走了。Give us a sign。啊，厕所，厕所，好，开开开开。他拖人走会关门呢。对，他好像有拖人走，是不是？听到声音。Give us a sign。啊，对，困难的话，他被他拖走的话，好像道具就会掉在地上。哇哇、哦、！Give us a sign， 一度负零点九。好、哦，鬼包有差吗？ Give us a sign， 魔镜呢 ？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五百到一千。百到一千，百到一千。Give us a sign。咦，我二楼门都开完了、啊。开完了吗？哇，有悬浮的。是。那个任务没有解是吗？欸、这边还有一扇。哦。我记得浴缸的水龙头也算哦。嗯。Give us a sign。对，所有水龙头都算。Give us a sign。有吗？是不是都解完了、哦？是那个，我看一下。什么鬼？能看到他本人的是不是？有、欸欸、他盖在你头上，你知道吗？哦，真的吗？头上。是骚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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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骚灵怕什么？骚灵怕什么？他喜欢开水龙头。先关上电灯。骚灵怕那个熏香。哦，左右移动了通灵板，所以他是老年的。老年的骚灵。左右移动。拜托，安你的房间，安你的房间。嘿嘿老年人。Give us a sign。熏香。Give us a sign。军将的话拿对也太好了。嗯。所有水龙头所有的门为什么还没有解？还没有吗？嗯，两个都没有解。啊。We are friends。他也不回我。I'm friendly。我听到磨刀的声音。磨刀。Give us a sign。哦、oh, ，有了有了，他叫了，咆哮了，咆哮，终于了，所以是恶意或徘徊咯，不互动的话是恶意。哦哦，杀人咯，杀人咯，举好你的熏香，按错，嗯，是谁？在我这，在我这，哦，你在哪里？在电视机前面，有个任务要那个、啊。要用哎、欸，来来来，魔镜，又来了，来了，我回去拿火，火焰应该是下面这个吧？对，你要丢吗？红红的那个，我丢丢看，我丢丢看，我不信，我这次丢不到他。哦，嗯，那你水龙头跟门都在哪里？哎、欸、哎、欸，哦，在这里，我看错了。在上面
我的画面 bug 了，我看不到那个副任务。哎、欸，我是解完了。糟糕，我的耶！哦，他在哪？他在哪？在门口而已。啊啊！我看到他了，我要丢手榴弹的时候他不见了。好，换我，我来丢手榴弹，我来丢他。手榴弹是什么？在面前，在面前。哦，银粉炸弹。哦，他在这里。哎、欸，哇！哦，丢下去的时候刚好结了吗？消失吗？没有，没出现。对，我刚丢下去的时候刚好消失，可恶！我还在买。他一直在杀繁星哎。对啊，我剩一根哎，可恶！我想开个水而已。哎、欸，确定是银粉吗？不是金粉吗？不确定啊，两个证据。不确定啊，我先丢，因为如果是不互动的话是银炸弹。绿金银。我有水龙头，来、哦、是水龙头、哦。对，我们刚开完了。晚上好。来喽，来喽。哦，来，我来准备丢它。好，躲到外面去了，拜拜。哦哦，哪里哪里，过来过来。又是我，不要啦。哪里？二楼。我在二楼。嗯，抱歉了。我的冰箱被忘关光了。他很喜欢你。嗯。孤独娃娃。来喽。孤独没有。哪里哪里？没有没有，刚抖了一抖，抖了抖了，开始抖了哦，在右手边。哦，我看到他的啊，对，要不要帮他拿镜子啊？会哦 ，nice， 银粉炸弹，银粉炸弹，我也是。哦哦，所有门打开了，孤独娃娃带进鬼屋，所以他是恶意，孤独娃娃带鬼屋就可以捉了耶。哎，对。我进去把巫毒蛙拿起来，你们可以去拿球了。球我来了，我应该只要把它带出去，然后再带进来就好吧。嘿，有了，好了，可以抓了，而且可以抓了。番茄 ，go go go， 番茄 go go。他现在应该在房子里面到处跑。哦，在这里，这里角落，这边天花板，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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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梯旁边。哦，有了。啊，练习投球是有用的、啊，好快！哎、欸，我等级7了，我这好像是提高一下难度了。好、哦，可以提升难度了，是不是？好哦，可以。投球困难的，我已经练习一次了，可以了。好，那番茄成功抓到一次就这么自信、啊，给他一点信心。好。一样。哇，药物的作用这么恐怖吗？我看成被诅咒的禁止使用。你看得懂意思？温度、电磁场。哦，文法问题。一样的房间吗？对，一样的房间。对。可温度。电磁场应该是不是这个、啊？我来试一下。电磁场是哪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手上拿的这个。嗯，是。好。拿个基督像，嗯，什么任务？就是我拿进来电磁场吗？还是臭温度？他都还没开始跑。温度刚刚这边有到-15。哦。哎呀。啊、哦，温度测到了-15。这里好暗哦，开个灯。这游戏没有电闸。
对啊。哎，我有测到了。他一直出来，可是我找不到他。嗯。Give us a sign. Hmm. Oh. 使用被诅咒的镜子。哦，我拿到了。解掉了。Give us a sign. 哦，吊死鬼。哦，吊死鬼啊！吊安妮，小心啊！他会舔你哦。哈哈哈！会被舔。他十字架，100到500，哇，好快，好快，100到500，哦，他不怕耶稣像，我要走了，100到500，哇，他熏香也不怕，他只能买个十字架。灯坏掉，求求菩萨保护我！还有在头上吗？对，开水龙头喽 ！Give us a sign. Can you talk?Give us a sign. 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嗯？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不理我。Give us a sign.啊！吓死我！拖我！你想改个按键？Give us a sign。哦。我的东西掉了。嗯？为什么？嗯，它这个难度它……那你跟我走，你跟我走，你跟我走。你是拖上来的吗？对。Give us a sign。对。哦，这个难度就已经会掉东西了。Can you talk?天哪，对啊，我是怎么被拖上来的？天哪，这里吧，我拿灯照无界脚可以看到他五指，他没有在穿鞋子模组哎，啊，咦，奇怪了，为什么？这边我已经哇，这些房间竟然都没卫浴，哎，有吧？你被拖上楼吗？我记得二楼有一间啊。房间里面没有厕所、啊。什么声音？哪个手电？Give us a sign. Ghost, can you talk? 嗯。哪边没开啊？光剩一楼的水没开。哦，通灵板跟娃娃都没有动，然后他也不回我。两个都不互动吗？对啊。在后面。Give us a sign。可恶，他到底把我的道具拖去哪里？哇，你的手电筒是多少钱的？50块。可是我的十字架。他把我的十字架拖去哪里？他拖你会掉东西哦，讨厌的。对。哦，好了，水龙头解完了。好了。耶、yeah.。哦，这里有一个手电筒。等一下，耳机掉。哎呦，吓死人了！哎、欸，你有在你房间，可以来接我一下吗？你在我的房间。你凭什么？我为什么这样？我是被你为什么偷偷进我房间啊？我看一下你那个橱柜里面有放什么？
哇，你还要看我的橱柜？天哪，你好变态哦！你是不是想看我橱柜里挑一件女装？挑一件女装，随你挑，都拿走。不要不要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番茄哦，他哭了，他哭了。番茄哭了吗？啊，好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番茄是双重的声音，关不掉。他没关。这样啊。哭泣。哎、欸，还是我这边直接把声音关掉也可以。这样呢？还有吗？哦，这样就没了。哦，所以要哦，上面那个你那也要开啊。但每次都会重置啊。对啊，我说每次 啊。每次都要开一下。对，我要干嘛？哭泣哦。你要哭哦。啊。嗯。找到了。可以。哭泣，然后目前两个东西都还是没有动，会都不互动吗？看一下啊。的确有可能都是不互动，就年轻跟不安的话，就是都不互动。来试一下好了，我们先丢他圣水看看。哦，圣水在我这儿。哦、no? 哦，好，地板上去淋他吧。哦，我丢地板嘞，要不要？啊，捡一下啊！你给我捡啊！你都拿了，这个关键就由你来了。对啊，我看一下，泼他水而已啊。我看一下他第二个怕什么吧。盐，火盐。啊！火盐，我的水掉了，然后我被拖走了。救命哦！我没有灯，你在一起了二楼吧？这里是哪？我看不到路哎。你看一下是不是粉红色的？我不知道，一片黑。我连我手上有没有拿东西我都不晓得。哦，这里。哦，我看到灯了。哦，完蛋了。我保护不了你哦，保护不了你哦。啊，这是什么？这好了，是有人没人？可以走，可以走，可以走，可以走。哎、欸，快！你是十字架吗？你死吗？你死啊！死在二楼。不是十字架吗？是十字架，你啊！你怎么拿着啊？所以他其实不，其实不是吊死鬼吗？不是，他是干舔我没错啊！你是不是没有来得及切？来，捡到的手电筒。捡到的耶！yeah, 谢谢。不客气哦。我需要物资哦。那我拿了十字架没错啊。哦，哎、欸，动了，动了，动了，通灵板动了。哎、欸，我听到声音，可是它没有动，哦、所以应该是不互动。好了，我知道，我刚临死之前，我不小心切到手电筒。哦，好啊，吊死鬼没错，是吊死鬼。好，他在哪？他在哪？他在哪？二楼，二楼。他跑去舔 Amy 啊？哦，没有，二楼，二楼，在他那个番茄尸体旁边。那我就看一下。哇耶！他这个难度，他杀人的时候门那边会有特效哎、欸。哦，水龙头还没打开吗？开了吧，开了开了。那我解了哈、欸，那我没事做了。啊，没事做，我去上个厕所。嗯，这什么音效？哦来了，哎、欸，门会关的哎、欸，哇，门会关，哎、欸，真的哎、欸，关起来了。哎、欸，在哪？哎、欸，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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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成功了。哎、欸，我的没有、啊、我的十字架，它会打到地上哎、欸，天哪！我的十字架被它打到地上了，被它扒在地上。竟然还有这一招！竟然还有这一招！看起来是三根线。啊，妈妈！哦，我要去捡十字架。我来指引你。哎、欸，哎、欸，你在哪？走出来，走出来，来来来。哎呀，这么可怕的吗？哎、欸，这个难度。哈哈哈哈哈！有东西都在。他先打掉我的十字架，然后好哦。所以下一个是盐。盐在我手里。
一起丢。好，哎、欸，我们上水丢了是吗？还是还没？上水丢过了，丢过了。Okay. 盐，然后要点蜡烛跟圣火。不行。嗯。抱歉，抱歉，玩坏灯了。这鬼好凶。哦，这边也有个蜡烛。要来了吗？哦，来了，来了吗？我要躲里面，给你们丢盐。哇、wow! 哦！他跑来我这里耶，我明明站最里面，他怎么跑来找我？他不显形嘞！在哪？在哪？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哇哇，不见了！啊、哦，好快！可恶！哦，又来吗？磨刀，拎。我站在外面等好了。快出现呐、啊，笨鬼！会找到他哎、欸，哦，好像我一上二楼，他就会触发他开始动哎、欸。没反应，有听到声音，好像在右手边哎，右手边这里是不是？对啊。以前的尸体。哎、欸，还玩荡秋千呢、欸，用那条绳子。对，在前后荡。又把我拖走，可恶！哎、欸，二楼。二楼吗？啊，他把我带回我的房间了。哇，嗨！这边。第二可怕，我的烟。第三，我的烟。Oh no！ 在二楼，在二楼。有吗？啊！有在二楼。哦，他找我，找。安心，安心。在他后面，可怕！不见了。只是因为刚好 Annie 的盐掉在地上，没办法马上撒他。哇！哎，你的东西掉在哪？上一个。上一个难度差这么多的吗？我也觉得好多。哦，他在游荡。我不记得我被哪里拖走。我打开我巧克力了。还是我再去买一包盐。盐没了。买一包了。因为被拖走，掉在地上了，不知道掉在哪。番茄找一下。我去找他，我来找。好，这是我的工作。好。好。欸，可是刚刚被拖的话应该是会在被拖的原地那边吧。我刚刚记得 Annie 在一楼嘛、嗯。一楼的不知道哪里，因为我看到 Annie 的时候他已经被拖到二楼去了。啊、哦哦、被拱进去，天哪，完蛋了。你赶快找个地方躲一下。哦，我好像找到那个出口，左右手边走进来。耶、yeah.。右手边，怎么还要把人关进去这里？哦，这里这里，哎、欸，你这里，这里地板这里，这边地板这里，呀，太可怕了！这个游戏又变得可怕了起来。啊，你觉得我刚刚玩那场好像欢乐场哦？哎呀，啊，算了。
那个拖的很讨厌哎。对啊，拖的不讨厌，可是讨厌是他还会掉东西。哎、欸，他在哦，他在那里角落。哦哦，来来来来，哪个角落？大概在桌子餐桌那边。嗯？哦，有了有了。哦，有了吗？哎、欸，有吗？丢不了嘞。可以、啊，有吗？可是没看到哎、欸，这是完成的声音啊。哦，对、欸，真的耶！可是上面没有弹。哦，对，因为难度的关系，点燃三根蜡烛。哇，我还差一根。他、啊、在门口。圣火。没有三根蜡烛，他说已正确完成，所以再来应该是圣火、哦。我点完了、哦。好，那我进去，我有圣火。哎、欸，我们宝可梦大师没了。哦，他在门口，在哪里？在哪？哦哦，我看到，哇，不见了。嗯、哦，不见了。啊，这个欸、所以又可以准备丢球了、哦。嗯，我拿好了。他在哪？交给这个课题全部完成的大师。他在哪？他在哪？客厅吗？嗯，手电筒照一下。嗯嗯嗯。哪边？来喽！哦，我看到。哇！哇！我没烧到，我没烧到。失败了。啊！我再去买一把。今天第一天。第一天。哎，狩猎的时候是不是门是不能开的、啊？对吧、啊？对，它这个门会关起来。可恶！哎，还在一楼。在哪？在哪？还在那个他写哎、欸、哦，在这里荡秋千，哎哎哎，这样都不行吗？会不会只有他在下？会不会不是不是这个？哦，不是圣火是不是？对，我看一下哦、喔，不互动。如果是真奇的话，真奇的话是耶稣受难像。哎、欸，可是他不是不怕耶稣受难像吗？嗯，哎、欸。啊！耶稣受难像是十字架。耶稣，我看一下，耶稣受耶稣小雕像才是那个耶稣受难像是十字架，对对对，是十字架没错。所以只要拿了十字架就可以了。哦，好。啊，我可以拆开我的巧克力，我吃一个。那是银粉炸弹吗？没有吧？银粉炸弹倒数第二个了、欸。啊！死掉之后感觉好轻松哦。来喽！哪里哪里哪里？我去二楼找找看哦。哦，他在二楼哎。哎、欸，来了来了来了！应该会下去哦，应该会下去哦。哎，就等他来。来了，你哎、啊欸，没成功哎、欸，有丢到没成功吗？还是我刚才圣火真的没有丢到，再去买一把吗？我的十字架被他打掉了，可是他刚刚不是攻击我啊，奇怪哎、欸。对啊，他是刚才是打我哎、欸。哦，他挂了一下。我再买一个圣火。还想再疯狂难度？他要把电灯玩坏了，我在找看他在哪。哎，来，我在这里等他，他很爱出现在这里。一出来我就烧他。嗯嗯，这是完成了什么任务吗？没有，但那声应该是出来吓人的声音吧？哦。哦，来了来了，真的要去二楼触发他一下。我站在楼梯这里，又把我的十字架打掉了。哦，有了有了有了，成功哦！所以真的是我圣火没有砸到他。
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他，他吓人不算，要等到他杀人的时候才算啊，靠近你舔你的时候才算。那好优秀呐！我觉得应该是我技术不好，没有砸到他，应该。困难还可以啊，我觉得困难可以还可以哦、嗯。好啊，像我第一次，像我第一个死的，没关系啊。因为被拖走的话，那个防身的东西就不见了。想要伸手拿东西，突然有两颗东西在我面前出现。那这任务也太难了吧？嗯，给鬼录影，拍一张朋友被幽灵拖走的照片。还好吧，录影。啊，我很想要拍队友被幽灵拖走的照片，我来。哦，你也过不来。啊，我被拖了，赶快拍！我才刚进去的，救命哦！这么快，等一下，我还在读任务。你被拖到哪边啊？我去找你。好远哦，我不知道我在哪，我在二楼的，不知道哪里，太远了，他帮我拖好久哦。来了，在路上了。好吧，什么东西我没准备。救命哦，那里是哪里啊？一片黑，我刚进去，完全不知道。你有听到电话声吗？哦，打嗝。有。哦，好大声哦。你是哪里啊？哎，我撞墙了，好暗哦。嗯，还没找到武剑吗？还没，没有。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哪。不是。走廊这也没灯。我只看到这旁边好像很多书。嗯，这边有悬浮。没有蜡烛。书架吗？哎、欸，你确定你在二楼吗、嗯？我可以问一下吗？二楼吧，很多书，很多书。哎、欸，找到，哎、欸，走。哦，我太好了，耶、yeah ，好开心哦。这里是哪里啊？哦，就离门口不远而已。太好了。哎、欸，我要回去买、欸。左右，通灵门左右，然后娃娃上下。一次出现两个，通灵左右娃娃上下。哦，太好了，这两个娃娃上下升起，镇定老年会呈现左右上下，鬼都还不知道是谁。哦，被拖走。拖走我的队友，那、啊、你被拖走要自拍哦，然后就把那个相机马上反转过来、欸。他不是上下、欸，他是他开始乱飞、欸，他丢走是不是，他应该是头直。哦，对，他是头直。来了，哎、欸，没有，不见了，又骗我。猴子娃娃徘徊。地址计量下来没有 ？Give us a sign。这个娃娃 ，Give us a sign，Give us a sign。画面一直在震动。Can you talk？ 哦、oh, ，咆哮了，咆哮。打灯。徘徊。现在就等这个粒子计量器。是谁这么早就抓住十字架？我，反正这边这么亮，手电筒先不用拿嘛，对不对？后来喽，是猎杀吗？嗯，不一定。哎、啊，下来下来下来，那个谁，骚灵，是我，对，又是骚灵，对，再见。No。
直接这样冲下来耶！天哪！好了，招灵，招灵要买十字架了，把他拖走我！我已经出去了耶，这太夸张了吧！哎、欸，自拍模式打开，相机掉了。自拍模式你在左边还是右边啊？你在哪边？找得到路吗？拍下相机鬼互动后的通灵版，你要记得拍啊！你在这吗？不是。我在我在二楼的，哦这里这里这里，嗨嗨，好，我已经出去了耶！天哪，100到500，所以也许所以是成熟，人呢？我走了边去，又来哦哦，又来、哦、又来，拿一下盐，好，烧灵，还有。是什么声音？哇哦！哇哦！我又死一个了。那么我人死了之后猎杀我、欸，有没有搞错啊？他是熏香。Oh my god！ 要不要换个手电筒？他是强光的、欸。好。真棒！发现我们两个死在一起了。有吗？差不多吧。我们就在门口。我在门口旁边而已、欸。那就一起哦、喔欸。他不是。他不怕十字架是不是？哦，对，他是怕熏香。好，哦，好好哦。哦，还好他不是来找我。哎、欸，解了什么？电磁场吗？刚丢了一个进去。哦，对对对对。我连场都死了，我今天可以活几场，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也怕盐嘛？哎、欸，你有带盐吗？带了盐，这个是、嗯、他是怕盐吗？还是什么？对，还是要丢它，要丢它。啊，这给你是盐。啊啊，要丢它。OK。对对对，没关系。然后第二个是金粉炸弹，你丢了之后，我再丢这个，看能不能给它 combo 一下。啊，还好，可能要。嗯？嗯？你怎么来了？哇，杀这么快的吗？好像又是右边哦。凶哎、欸！我帮你们看右边。哎、欸，你有丢他吗、啊？没有，我没有看到他哎、欸。哦，他在干嘛？他出现在哦，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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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点他，点、啊、他，不见了，不见了。没有，他刚往楼梯口走。有的话，开关按一按啊，走两边都有个灯，按一下就好了。不是不是，按你另外一面的墙壁。对对对对，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对对对，这一面有个按钮。另外一面也可以。我们有要渗水吗？我拿那个防身。啊！你又被抓走啦！还不远、啊，在哪里？哪里？在一楼。一楼右手边。哎、欸，啊！你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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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转，右转，右转，贴着墙右转。啊！对对对对对！啊！左转，左转。是那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欸、哎、欸，你在哪？哎、欸，你复活了。我自己都迷路了。可怕。啊、他已经回去了。你的家伙都在里面啊！来来来来，快走出来喽！猎杀谁？不借。应该是我吧？我在门口。只剩你了。可是我没有盐，我只能先拿别的东西喷他。来了。有吗？没有。没有。哎、欸，后面后面。盐盐盐盐盐在地上，盐在地上、欸、也没有盐，盐地上哪里？妈，没有哎、欸。我不知道，哎、欸，你刚刚被拖，哪里被拖走？地上，地上，地上，地上的那个手电筒的位置。欸、地上，哎、欸，你在左边被拖。前面可怕。前面地上的手电筒的位置，通灵海前面。这里，这里，这里，地板被盖住了。哦，这里，这里，这里。来面对，不要再拖我了。哦，这边我看到他了，右边，右边走廊。哎、欸，经过了，经过了。对对，哦，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可恶！为什么每次我都看不到？希望他是找 Annie 不？我手上没东西。哦，哪里哪里？看不到。丢到了吗？杀我！可恶！丢不到。哇，好难哦、欸。哦，其实他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换眼，然后往他身上丢就可以。对，好像可以哦。在杀掉你之前再切回来就好了。欸
对对对。哦，这样子。嗯。我再拿一个。嗯，这个他会怕吗？这个。这他不怕。拿圣言。哦，等一下，要把巫毒娃娃带进鬼屋，他被丢去哪里了？嗯，帮你找。哎，那你，我还来不及进去。好，可以准备丢他。你先拿盐吧。哎，你怎么 Q 出去了？完了。他丢的，他将他、哦、他把你的抢掉哦，哇。对，他把我的盐抢掉。好会哦。笨蛋，出来！困难模式做这么难，我没办法想象下一个难度。就是把你抓起来甩，甩到地上，抓起来在肩膀上抡三圈。对，很好玩的，不用玩一下。番茄找巫毒娃娃了，番茄。我正在找。刚刚经过你耶，他往左边走过去了。对。去厕所尿急是不是？哦，来喽来喽！巫毒娃娃呢？哦，碎有了有了！在哪？在厕所，在厕所！厕所！对，就去这，丢他啊！哎，我丢到了，他可能没有效了。又来，没有。哎呀！哎，我再去买一个金粉炸弹，可能刚好没丢到，他刚好隐形。娃娃会被丢到哪？我也没看到巫毒娃娃。你看，我今天失误率好高哦。好，这儿吗？哎，你看，不要先在外面，让他针对我。你要丢金粉是吗？哦，好，对对对。那个巫毒娃娃去哪里呀、啊？我们也都没找到啊！哦，开始了，来了！我等他来，哦，有了，成功！蛋哦，还差什么？现在要打开所有的门。门哦，好吧，我们先去开吧。交给你们两位了。没问题，我去。你们先找一看诅咒娃娃吧，我们找不到他。好的，我来找。番茄在几楼？我在二楼。哦，那去一楼。对，就是魔镜任务吗？没有，没有。哇，诅咒娃娃到底被他丢去哪了？会在他们的尸体下面吧？我刚才在想，哎，刚被……哦，又来了。哦。四楼好像都是被打开的。开楼梯口，左边楼梯口。哦、来了，下来了。对了。他在右边，右边学生，左边左边。哦。面对房间左边到底。哎，好巫毒娃娃嘞。还是没找到他。对啊，我也正在找。哇，这种会投掷的，要做这个任务也太难了吧？对，发现有投掷要赶快拿走了、欸。可不可以投到这个教室里面来吧？找一下。哪边门没开啊？二楼好像全开了。我一楼也全开了。嗯，那是哪里啊？我天啊，二楼灯怎么突然亮？哎，他在二楼书房。哇哇！要从二楼书房走下去了。走下去了，
走去一楼了。哦，要杀了吗？咦、啊 no！ 不要！啊，我捏死了。他真的很坏耶！他先将我的十字架丢出去，然后冲过来耶！天哪！他是不是拍掉手上第一个啊？哎、欸，怎么完成了？门全开了。哎、欸，我刚没开门啊。还是是最后巫毒娃娃没有？我刚刚发现大厅的门。对，一楼刚刚旁边有两个门。哦。没有开，我刚把它打开了。你可以买巫毒娃娃再带进来吗？对，我也是在这么想。我在看有得买吗？我在想这些、欸。有哎、欸，才50块而已，我来买。哎、欸，他刚刚丢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看一下。通灵板吧，他连通灵板都可以丢。通灵板他都丢，天哪！嗯、太坏了，天哪！这个我先丢了。那你在丢什么东西啊？所以他是丢掉手上第一个，是不是？我在想是哎、欸，把圣木丢掉那些哇。喂，有了，可以用买的，对。刚刚他在左，他是不是左手边哦？只差不多。我去二楼了。对，我来抓他。他在二楼。二楼吗？好。我在尾随他。二楼的哪边呢？二楼左手边最底，就在你面前，就在你面前。哦、我看到了，丢他，丢他。装作不认识、欸。他杀了三个人。装作不认识、欸。啊！抓到了。好难哦。不是低等的，应该八了吧？没有哎、欸。啊！诡异化等级多少了？诡异化。好像才60几，哈哈哈哈。那一样难度吗？换警局这样子吗？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这个难度还不错，虽然还不错哈、哦，不错啊，就只是番茄都活不下来而已。那、啊、那我活一局吧，你来活一局，普通那一场啊。嗯，等粒子吸收。测量鬼的温度、欸、哦，我希望不要一进去又被抓走。那我要拿相机在你后面跟着你走。安迪记者。嗯。拍鬼照片。我再买个相机啊。哦，相机要100块哦，好了，买了。叮，是初级任务吗？应该是。啊、那 我看一下哦，鬼的温度。然后的中心不是温度计好像是20吗？不是，你今讲话怎么用嘴皮啊？那不。感觉是孩童感觉，因为刚刚测的时候都20度。可是孩童的话，应该会有足迹。玉宝要有心拿孩童怕的东西哦。爱的小手之类的吧，或竹藤之类的。竹藤。对吧、啊？你要抽他吗？啊！赶过来，我就抽下去。哎、欸，他黄色那条没拿过来、欸。我忘记要怎么看那个鬼魂怕什么东西。Give us a sign， 然后先点他的种类。种类哦。Give us a sign。他怕哦，被那个拿熏香。哎，熏香我来呀，熏香。
Give us a sign. Ghost, can you talk? Can you talk? Give us a sign. 欸，白痴喔，我被抓走啦。哦，被抓走了。好不，战地记者。我有拍下他的手，算吗？没有那个。他刚刚是不是把你拖进那个电梯里面？有听到电梯的声音，叮。然后这可以丢掉。Give us a sign。还好没有浪费底片。好抱歉。听到磨刀的声音。他在读，哎，他在读取了。Give us a sign。哦，完成了什么？嗯，不知道了。哦，他被那个闪到了，等离子吸收器那个。100到500。100到500。接下来是拍鬼魂照片跟那个拖走的照片。Give us a sign。嗯。魔王的声音逐渐不耐烦。他都不回我。Can you talk? 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Can you talk? Oh, 他咆哮了。太好了，终于回我了。哦，咦，通灵板有声音，可是没有动，应该是不互动。还可以这样分哦？我不知道，因为我听到他在移动的声音，可他没有动。所以应该就是你啊！国王，快拍，快拍我！有，有，哦，我听到了，有拍到 ，nice，nice， 赞赞赞！他喜欢电梯耶，叮，安妮熟了，啊，我们就等他说。这样的话，如果是小孩的话，应该会有脚印，我去找一下。不知道，不确定，就是刚刚测量的时候，就是在小孩的温度。从小孩的温度，小孩温度几度？有发烧吗？很高哎、欸，30几度哎、欸。嗯，没有哎、欸，没有看到有脚印，应该不是小孩。他也没有来过这里。哎、欸，有哎、欸，有哎、欸哦，有脚印、欸、有吗？有吗？有脚印，有脚印。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这里。什么样子、欸欸？哦，真的也可以拍吗？嗯，我拍喽。这是小孩的脚吗？蛮小的，拍了但没有跳通知，没有什么东西，那就很有可能是、欸、又被吸走了，剩一次了。小孩，孩童年轻，然后巫毒娃娃的话不互动的话是恶意，就要先用银粉炸弹去炸他，我去拿一下。还怀疑是银粉炸弹。然后第二个是搬动。诅咒玩具，玩具是不是刚刚在左手边那边？圣火，冰箱。来啊！我来不及进去。哇！哇！小孩！小孩怕熏天啊！有人死了，谁？番茄，他就是活不下来，困难程度哎、欸！天哪！哟，你怎么了？他把我你不是拿着熏香吗？对，他又你没有切换是不是？没有，哦、他把你熏香打掉哦，所以他熏香小孩啊！哎、欸，啊，还有相机吗？我刚相机拍完了。我这里。好好，我给你。嘿，
那个地板上有三条熏香。哦，我被拖走了，我被拖走了。你被拖走了，我们已经我被拖到地下室。拍鬼的照片。小孩。好，这个路线不难，我应该可以上得去。嘿，我来了。哎、欸、哦，东西嘞！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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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弹！赶快捡，赶快捡，赶快捡！诅咒玩具！他把你的炸弹拍掉、欸！哦，完蛋了，我的炸弹！哦，他要他被吸走，他被吸走了，被吸走。等离子吸收器哦，被那个救了一命。为什么他刚不救我？你离太远吧。本来小孩是讨厌吃蔬果的耶，所以他先杀了蔬果这样的。对，那我不要吃蔬果。我来看看我今天可以活几场哦。对，这小孩是低音炮哎，哇这样。鬼魂照片怎么能拍啊？都有拍到啊，只要面对面。哎哎哎哎，哦来了来了，我一出来他就哇。我这次先让他拍手电。哦，手电我被拍了。哎、嘿，哦、有我丢了。有他真的拍了我的手电。欸、就是会拍掉第一个。他应该是拍掉第一个，就是你手上拿的那一个。对。好诶。那我们现在要把玩具搬出来。那玩具在哪？我在搬，我在搬。搬一只粉色的是猪还是熊？哦、开五盏灯。开五盏灯好了，开五盏灯，哎、欸，已经好了，哎、欸，这个是玩具吗？那个是熊熊，对，玩具，玩具，玩具灯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灯，哎、欸，这边有灯吗？阿且开灯，我能开吗？可以啊，哦，我能开啊。不确定啊！来喽！哦，他又来了。啊，我知道等下怎么应付这个讨人厌的鬼了。学到，学到了。是要开全部的灯是不是？没有，五盏灯就好。五盏，应该还剩一盏。哎、欸，都关了、喔。哦，他刚出来，可能他把灯关了、喔。哦，有了。然后是火焰是不是？哦，他在这里，他在这里啊，不见了。在哪里？哦，被偷走。楼、哦、下还行，可以，可以，可以。啊！他把你关到监牢里面呢，把你关了。没事啊，你的路。我在哪里？哦，我找到路了。再来是火焰。火焰在我手里，火焰在我手里。好，那我去拿球。来喽！先拿着手电，要不然等下拍掉你的熏香。啊！丢火焰他！笨小孩哪里？嗯，没来。笨小孩。哦，可以坐在沙发上。嗯，这里有厕所。哦，来了。来了。嗯。来。他拍你，他应该要找你哦。就在你面前。火焰，哦，拍到他了。哦、他在哪里？他在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啊，不见了！天哪，我太远了，我在二楼。哎、欸，你刚是不是有拍到他？我有拍啊，可是我不知道那行不行哎、欸。我去看。刚没有声音，所以应该是没。嗯。可是感觉刚离很近，应该有拍成功的说。啊、
没有，所以要先拍，在抓我之前拍啊！关门。哦哦，来喽来喽。哦，他拍掉我的，他应该会在我前面出来。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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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可恶，在哪里？哎，他走了。他是不是要抓的人？他会先把他的道具拍掉，之后再抓。对对对。所以他刚拍掉我的。他出现在，对，他出现在无界身后，我很怕火焰像上次一样丢到队友身上，不敢丢。哦，无界就着火了。那我是不是先出去让你丢比较？哎，可是你这样要小心，就是他可能会先把你东西拍掉，所以你可能要先拿个对手电之类的，拿手电哈，让他拍。哎，沙发坐一坐。啊，等他。这沙发看起来比较舒服，我坐这里。你都躺在地上了。笨小孩，你去看看他在哪里好了。嗯，我发现孩童刚刚被丢火或丢炸弹的时候，他会蹲在地板上，然后摸自己的头。我觉得那动作还蛮可爱的。嗯。可以有时候家暴的时候被这样过吧，有阴影。过去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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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知道他了。哎、欸，哪里了？有火焰丢到他。刚刚就在这附近啊，后面跑掉了啊、哦，门口那边，这里，右转。好，我来，耶、我怎么跑那么慢？收服这个孩子，这里，小朋友，不要跑。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前面继续看到下楼，下楼，啊，跳到楼梯了。哎，他好敏捷，哎，他卡住了。快，咚！啊，妈妈，在哪？见了。他杀我一次，没事。好，小朋友，哦，这里上面走了啊，糟糕，我帮你照明，在转角，哎、欸，球不见了，球不见了，有事是我，跑，后面，沙发这里，这里，球，我看不到球了，来哦，就在你面前，这里。你丢错，又没丢到，等一下会吓人哦，会吓人哦。哦 ，nice， 丢到蛋了，蛋蛋，他差点杀了我。哇，我丢不准哎。啊，不愧是宝可梦大师啊，真厉害，真厉害，佩服。哎，我的钱过千了。丢球还是要靠你们。那先让我活一场。哎，繁星，等一下哦。怎么了？嗯，不去了。按了两次。那就一样民宅吗？因为它只有三张地图，就轮着玩吧。那行吧。先让你升到九等，来看可不可以遇到那两只。嗯，三只。哦，三只哦。木偶吸血鬼，还有一个什么？我先去一下洗手间哦，等一下乖。哦。哎，魔王，去洗裤子。嗯。点蜡烛。你就自己丢东西哦。嗯，小朋友。再去拿他捉我吗？诶、欸，捉娃娃呢？放了。你强光也丢地上是照诅咒娃娃那些吧？哦、算了，没事。没事。哦，关掉。
通过收音与鬼对话。什么赛？地面赛。We are fan. Family. Family. We are family. Give me a sign. Give me. 我不该吃巧克力了，现在喉咙好卡，救命！借口。Give us a sign. 而你在点那个吗？点蜡烛了。嗯。We are fan. 对。我点了三个，他是要点五个吗？哎。有了，有声音吗？Give us a sign. 小镜子，一直在电视这边。哦，好。Give us a sign. 嗯，等一下。啊，我的选择麦克风截取到我的那个。哎呦，我没事。Give us a sign. 一楼。We are fan. 二楼。Sign. 有人被拖。对。有人被拖。我跳地下室啊！一二三，没事啊，我上来了。哇！我接你专业的，交给你喊的。啊？怎么了？他不理我，交给你喊的。我去解别的任务。哎、欸，他也都是不太理我的。点燃鬼屋所有蜡烛。所有蜡烛。是所有哦。对啊，所有。Give us a sign。漂浮悬浮物体。Can you talk? 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哦，咆哮了。对嘛，我就说他比较喜欢你嘛。是这样子吗？我没有照相机啊。通过收音机。哦，大家把牛奶喝。哎呀，地下室有吗？有什么蜡烛吗？蜡烛吗、啊？我现在在二楼找，好像找一下地下室。他一直在玩我这边电灯泡、哎，没有我玩的啦。哦，你玩的。嗯、哦，解了一个什 么完成了？你们是蜡烛吧？蜡烛吗？我刚刚没有点到呢。蜡烛点完了。要点完了，好。100到500。啊，我被拖着了。收听器，我们买一个二楼。哦，粉红色房间，还好这里有开灯。啊，安妮的房间，连你都想要进去，是不是？我的道具，嗯，收到音的吗？应该是左右移动，左右移动。来了，来了。哦，不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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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不要啊！我死了！哦尿！吊死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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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熏香对他没有用，刚好拿到熏香，可恶！十字架！十字架！那个，你可以漂浮一下物体吗？那个、拍了悬浮物体，拍了。那个、哦，100到500。100到500，然后谢喽，刚讲过了，我刚讲左右移动啊，对，左右移动。圣娃娃都是圣水火焰第二，圣水，对，都是圣水火焰。关了。嗯。只剩下你哦。啊？就哦，完成了什么？啊、再来换火焰。火焰我刚刚丢出去了。你干嘛？哦，我刚刚想说你有丢到，结果我视角没看到他。你干嘛？
想要丢，我帮你买，我帮你买。你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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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的东西，你丢，你丢，丢丢我丢，来抓我，来抓我，我也。不是叫你拖，鬼被抓，而且被鬼抓走了。哦，安妮，你在哪？二楼吗？那我在安妮的房间。点燃三根蜡烛。那应该很熟，有办法自己下来。没有。好浓！杀、oh no 欸、人哦，杀人哦！你们在外面还是里面？外面啊，里面。哦，好，那应该不是我。啊、oh, ，Hello， 我死了，谢谢各位。应该不是我。啊、嗯嗯，番茄又死了，蔬果又没了。房间呢？蔬果活下来啊！哇，哎、欸，你的房间呢？好棒、哦。不管他是恶意还是徘徊，前三个动作都是一样，就差一个金粉一个银粉炸弹这样。哦，那个火焰在门口有看到哈。嗯。拿了拿了拿了。但是我最用我生命前最后一刻买的。应该是恶意，如果是徘徊的话，那个娃娃等一下又会乱跳。一个金粉，一个银粉。我们现在是到哪一步啦？金粉、银粉吗？火焰还没丢。好，第二个火焰。啊、哦！可是蜡烛这个不是就已经解了吗？哦，它在这里、啊。哦不。买火焰喽！我土娃娃看起来跟地毯融合一体。哼哼。僵尸鬼，左边，左边！哦，在这里。来不及，太快了。对，他太快。你今天玩几场？五场模式，五场模式。哎，困难模式你还没有活下来过吧？哦，他又出现在那个餐桌旁边了。哦，来了来了。嗯。哎呀呀呀呀呀呀！掉一根线。掉一根线。他在找你哦。嗯，我都站在你前面了，可恶！哦，挂在这里、哦。他又在哪里？我想说，好容易失败哦，等他来抓我。对啊，我刚也都是这样失败好几次。那哎、欸，你应该要出去，但我要太快了。对，好，我退出。不要退出。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哦，有了，有中了。下一个是再来点蜡烛。三哦有了，哦有了，蜡烛点过了。好，那再来应该是银粉，银粉炸弹。应该是银，金火银吗？对，应该是银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它。娃娃动不动？对，他没有动。赢的丢到可以抓了。你不用那么里面吧？我等下开门就直接进去抓就好了。哎、欸，猎杀的时候门是关的。啊，没有啊，他一打掉他就会那个啦。哎、哦欸，来，没事没事，小心哦。
好、啊，首先我拍掉来了。来呀、啊，笨蛋！啊，可恶、啊！没丢到，没丢到。可恶，没有丢到，可恶，没有丢到，没有丢到。哇！不然交换，我给你，我给你球。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如果说银粉炸弹从商店买完的话，不就代表抓不成？应该是哦，这任务是哦，他在门口出现，消失了。哦，又出来了。要出来了。要试鬼在这个角落真的很适合哎。又出现了。你的意思是那个地方很适合上吊，就是？没错。什么其他的副任务要接？剩拍照啊，哦，剩拍照什么的，使用镜子有吗？嗯，好像倒数第二个吧。哎呀，门都没关上的意思啊。还是没有。那完灯呢？他不在二楼啊，不想找你的意思吗？对，他好像是在完灯哎。哎、欸，我来了来了。真的，每次要上去触发一下，他才愿意下来。啊，这是我的领域。没有、嗯，没有下来。可恶，可恶，可恶，可恶。嗯，好像是真的在二楼，应该在二楼。哇，出现了！他在楼上出现了，是不是？没有没有，我刚听到他出现的音效而已。哦，在二楼没错。哎，对，走进来，走进来，走进来。这里左，对、哦、对，面前有没有？砸他！哦、oh, ，好准啊！打他！嗯啊！不要舔我，笨蛋！好，我的十字架没有了，没有了。那就可以抓了吧、啊。那可以抓了，可是可以抓在哪里啊？宝贝球呢？宝贝球！我要追踪他一下，他应该还在。在我这附近，可恶！我捡到十字架了。哎呦，看到！哦，变太黑了，看不到。太酷了！哇，我快可以升级啊！哇，那我回去。也是，还就有人作死啊！我怎么知道？还就有人作死？为什么？为什么番茄每次都死掉啊？到底？我不知道。我只有今天的目标是番茄活下来。没错，我只有活过普通那一场。打开所有的门，诅咒的镜子带到车上。嗯。来，这是学校。嗯，学校。衰弱光线。通啊。还是没找一下，好像没有脚印。那我看到娃娃了，黑色悬浮物体，好像每次都在二楼。我带个相机进去里面逛了，快悬浮起来！悬浮物体好像走在室内会有，嗯，那这些书，我说都有书啊什么的啊。那我去里面逛，再见各位，知道了。哎哎呀！哎呀！为什么一直在爆？哎呀，没事没事。Give us a sign。美丽有目共睹。Give us a sign。我没有带手电筒啊。Can you talk？
他们有魔镜的任务吗？嗯，没有，有，好像有，要带回车上，打开所有的门。I'm friendly。Can you talk？ 喂。Give us a sign。这种门没有水龙头。二门而已。OK。Give us a sign。解开了什么？感觉解了什么？啊，魔镜，魔镜。哦，魔镜。嗯。Can you talk？ 门开门。还有一个，里面还有吗？ 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餐厅的也都开了。Can you talk？Give us a sign. Give us a sign.还有哪里的门呢？如果刚才上一场没开的门是一进门的右边，哦哦，这里这里这里，叮叮，悬浮物体太多地方可以悬浮了吧？拍书啊 ！Give us a sign。安静了。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买到一间没有鬼的鬼屋了吗？对啊，它好安静哦。这里真的有鬼吗？你想要鬼？对啊，连人都没被拖走哎、欸。对啊，都没有被拖走还是什么的。但番茄已经活超过五分钟了。拖了吗？番茄马上被拖走哎、欸。哦、我看到了，被拖走了。Give us a sign。那个好远，你要把我拖去哪？好远。这里，这里，书Give us 书书馆。你在哪里？这里，这里，这里。带我走。跟我走。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为什么说上都是我？嗯哼哼。你是从这里被拖走的吗？对啊。哎、欸，我拿耶稣像。不是，是我换了。Give us a sign 好啦换回来啦换回来啦回来回来你回来你回来这是你拿过耶稣叫我拿着没关系好不好笑死我给你三秒钟哦三二等一下等一下我想说 Give us a sign 哦你拿过的耶稣像嗯哎、欸，没有一个道具，有都没有动的哎、欸。对啊，连这个都没有在记耶。真的有鬼吗？还是刚刚番茄自己在玩那个月球漫步，自己滑过去？根本没有鬼这样的。欸、Give us a sign。有没有那种悬浮物体？嗯，对啊。Can you talk？哦，有了，他哭了，他哭了，终于哭了，哭哭。哎呦，移一下，通灵板会有把它移到里面一点好了。好的，看它会不会有用。哦，你为什么又拖？哎、欸、，Hello！ 哦，你又被拖走了吗？哎呦，没有丢好了。嘿，我不想去救番茄。我急跑回来了、嗯、，Hello！ 我跟在哪边被拖啊？我突然忘记。
我真的没有被偷，也还不晓得。我们在厨房也被偷哎，进来右手边啊，这里、哦、这里哦，这里哦，这好像是悬浮物体的声音哎。对，我听到悬浮物体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啊？我靠，魔刀！悬浮物体的声音，有东西在飞这样的，空中飘来飘、嗯。哎呦，这里这里这里，安妮。哦，悬浮起来了。没相机，你看那个阿奇啊。哦，哦你刚好落下吗？啊，哦、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声音。再飘，霍格华兹，这不是闹鬼啊，这是魔法学院。他朴素。摇起来，这不是吧？帮你开灯。粒子计量器完全没有在跑条哎、欸。哇，这么有鬼吗？他有哭啊，他哭了我三次还两次。没有、啊，你在那边骗啊？怎么可能？在那边骗呢？我演技没那么好了，好不好？光是番茄还活着这一点就很可疑。对啊，哎、欸，不对啊！对啊。哦，有了，他摔了，他升起，摔，对，上下的是娃娃上下摔，镇定。娃娃上下，那种鬼的样子是什么都不知道。镇定，这时候就可以来拿别的仪器测一下了。哦，又被拖。啊，拜拜，搬走吧。悬浮，悬浮的番茄。你看这力道，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Hello， 哎、欸，到处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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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啊，感谢番茄，啊，不客气。打乱的有道古神，有道古神，好像粒子计量器，对，还不知道是什么。温度的话，我来测一下。我不能直接跳冲出去吗？哎呦呦，又摔又摔，哇！温度目前是大概20度左右。哎呦，白痴，你不要站在那边，好恐怖哦！我是鬼嘞。20度的话，就只有孩童而已。不是小孩吗？番茄可不可以站那边吗？嗯？还是这次无界？我还在迷路哎、欸哦，这是哪里？哦、我在测温度。我刚刚以为鬼站在那边不动。我再去拿别的仪器测，有可能是小孩。说像毒鸡。小孩的话，那个耶稣基督像就没有用了。那个有人可以帮我一下。你要干嘛啦？在哪里？我找不到路啊！这边是书房。你不是你不是书房？书房？你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哦！天哪！没错，我还在这个房子，我还在这个房子里面。只有看到我吗？对对对。你的啊、哦！有人哦！我看到天使了，走。到天使。我找不到路啊！要衰弱光线，我丢这里好了。哦，他刚好来，刚好让这个衰弱光线。快来衰弱光线！快快快！阿杰。快点！还要再缓速吗？长怎样？哦、有闪到，有闪到。哦，我没有看到他。我对啊，我只想看到是谁。因为他还没现身，他就被闪，所以没有看到他长什么样子。啊，那个衰弱光线可以拿走了吗？开路。好的，收工。嗯，哦，又被拖，他很爱你哦。番茄这一整局没有在做别的，一直在被拖。你应该可以闭着眼睛玩这款游戏了。我把荧幕关掉，谢谢各位。哦哦，那个有人看到我的求求菩萨保护我。
欸，没事哎、欸，没事哈、哦，没事。我去拿我手电筒，手电筒在楼梯的。嗯，年纪如果是小孩的话，第一个应该是金粉炸弹哦，五个灯，哎、欸，僵尸，僵尸，僵尸、哦，僵尸吗？对，僵尸、哦，僵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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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僵尸，那应该。刚温度进，我现在准备僵尸拖走，我把熏香驱散结激怒，圣火跟圣炎，我手上有圣炎。那就是先圣火圣炎哦，圣火圣火这边还有一只啊，那用丢的哦，它不是挡的哦。哎、欸，我们宣布物体没拍吗？哎，你看没有旋起来。哇，那我魔镜召唤鬼，那我先将魔镜带过去附近好。他要撒三次盐呢，圣盐、炎火盐这样。啊，那我先把盐都放进去好了。哦，关门了耶！这么快？圣火，第一个要圣火。哎、欸，圣火掉了！丢到，丢到，丢到了！哦，我圣眼也丢了。用魔镜召唤鬼魂，我拿着。然后，对对对对对，我们去买盐。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先拿盐，先拿盐出来了。盐火盐好，火盐在里面喽。火盐在里面，哪边？那我拿盐，那我拿盐。好，我去拿盐，火盐、欸。你要吗？哦，我拿火盐盐。我要再次衰落光线。光线，光线啊！你可以召唤了。光线，怎么召唤？一直按着它，就一直看镜子，然后它就会进入猎杀。好了，成功了。魔镜，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女人？你叫错了你自己，不是我。啊、是我对不对？你看他选我了耶！哎呀，真的是。他在后面，他在后面，他在后面。他在这里，没丢到啊。烟，他现在卡到门上哎、欸！天哪！我买烟，我买烟。没有，看那个，那个叫什么？他被那个吸灵魂的吸了。魔镜是不是不需要、嗯？还是要再叫他来一次？好了。我要用魔镜再叫他来一次吗？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召唤第二次，先试一下，有吗？都没有，好像没有了。什么？只能用一次？哦，来了来了。你退点吧。不是我。又是我哎、欸！天哪！在哪？在哪？哎、欸，丢你没有用哦，好吧。一定要丢被抓的人呢、欸。哦哦，这里这里，他跑了，左边。我在买盐，等一下。咦，他是个魔镜，他是一定会攻击用魔镜的人，是不是？嗯，刚才一开始应该是，但你第二次他已经没有效果，应该就嗯。啊！爆了！可恶！爆了！要我来？有吗？啊，后面呢？后面这里。啊！我有丢他，可能没有效、欸。我看，哎、欸，我看到你丢了他、欸，哎。对，我也看到丢了。这样不算吗？好像不算。我再去买一个。看看啊，看电脑。没有combo到。对，只有盐。火盐，那我再买一个。盐火衰落光线。衰落光线可以用两次。那我先进去引他来。又是盐。我在门口等你。那个番茄先出来吧。好、哦。来到一次。找到悬浮物体。
来了来了来了，我们都在外面。笨蛋！哎、欸，怎么是我？欸、他在哪？他在哪？阿波，你跑去接他，你知道吗？不是，他刚还没来。哎、欸，而且他被闪到了，他被你的那个光线闪到了。睡、欸欸、一次，睡一次，睡一次。发走，快发走！后面闪，有他。我面，我面前，我面前。我刚好在移东西。没事，没事。哎呀！我想说，出现先抓你，我马上冲进去，怎么会是我？因为他刚还没抓，他刚走出来你就直接用你撞他。我以为嘛。我跟女妖一样，里面只抓他一个，就忙冲进去取消。而且刚才我要切换盐的时候，我家猫刚好跳到我的键盘上，吓死我！哦，五戒应该是你哦。啊啊，糟糕糟糕，我没丢到，没有，我再一次，我再一次。哦，再一次，再一次。我切换错道具了。那我我在你后面，在我们后面、哦。真的吗？哎、欸。有对，拿出来，拿出来放，拿出来放。那个衰弱光线嘛。哎、欸，这里是哪里？哎、欸，这里是哪里、啊？你是哪里？我怎么拿了之后迷路了？哎、欸，我天哪，你变鬼了耶！只有衰弱光线在走。找他，闪！哇，我的视角，我的视角，我觉得衰弱光线 CD 还没好 ，CD 还没好。我变鬼了，是不是？你只有道具在动。我刚拿了那个道具之后，我突然不知道我自己人在哪里。哎、欸，宝可梦球没人拿哦。哦，我去。来，范姐交给你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啊，我不知道可以回场了吧？有了，他 CD 快。你这种话，你这种话不能乱讲哦。哦，我徐先生还在啊？对。CD 满了 ，CD 满了，在他旁边就安全。他等下被闪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丢他了。可是他闪的时候不一定会出来，不是吗？哦，来喽！然后你都在里面哦。嗯嗯。闪！哟，他被闪到、哦、右边，二楼，二楼，二楼，上楼，上楼，在这里，这里啦，上楼啦，跑上楼梯了，不要跑。不要怕，去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是一个爱读书的鬼。右边，右边，就是你一直被拖到那里。不要怕。僵尸喜欢这种走的，不用跳的。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可他的僵尸是用这里，这里，这里。来，有了。棒啊！我终于活了，我终于活了。哈哈哈哈哈！我终于活下来了。升等了，哦耶！耶！不容易啊，姐姐。真的，哇，玩了六场，活了一场，终于活下来了。啊，有六场哦，有吧，差不多吧。好像是，因为我们刚好现在如果在玩警局的话，对，然后再加，对对对，好。哦，这个，我个，哎，我拿错东西。哎，我这边，我去外面帮我姐抓了下那个蟑螂。哦，好。对，他刚突然叫我出去抓蟑螂，结果蟑螂躲在底下，我去抓一下。那、啊、我这边直播也顺便关掉好了。好。嗯。蟑螂很重要。对，蟑螂很重要，不然晚上会跑到我的脚底上。天啊，还好吧？哦，他这次有关麦。如果喜欢我的直播的话，开水龙头带镜子。都听鬼拍下。拍鬼怎么拍啊？嗯，看起来是拍鬼都没有什么成功过。对啊，
水龙头。我去开地下室牢房的。好的。哦。哦。买个手电筒。诅咒镜子带到车子。有间房了，好了。嗯，楼上没水龙头。诅咒镜子。Can you talk?Give us a sign. Give us a sign. Give us a sign. 没有水龙头吗？好了。哦，解了。Give us a sign.Can you talk? 诅咒镜子。哎呦，真下去。鬼相片。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晚上好。Can you talk? 哦，500-1000。Give us a sign.500-1000。Give us a sign. Can you talk?顺水扔地上，火把扔地上。We are friends， 都直接丢在那里。对啊，那就可以开始。嗯。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Give us a sign. 那魔法师可爱吧？Show yourself. 哦，托我，我被拖走了，我被拖走了。被拖去哪里？这是哪里？这是哪里？应该又是三楼纸箱那边吧？这里有三楼？没有，就是有一个往三楼的，但是被纸箱隔挡。哦，我找到了，他拖很近。好了，我处理完了。他那个。他那个拖人的那个动作特别像恐鬼症里面你要死掉的那个啊哦他哭了他哭了哭什么鬼啊有确定什么鬼了吗还没啊还没哦500-1000然后哭泣500-1000然后哭泣其他的还不晓得，我来测一下好了。来了，我其实不太会测、欸，我拿着走一走好了。哎呦，你不要就跳上来啊，下去。我也想要玩。我就说要买胶带给你，你不接受、嗯？什么胶带？粘猫用的。那个不就是用那个吗？便条纸就好了。便条纸。对啊。便条纸贴到猫的头后脖子是不是？头跟后脖子都是、啊。还是拿用封印住它。就不会动了。我觉得有看过那个。我们家的猫可能不只要一张哎、欸。
那可以拿塞一下。啊对啊，你那个贴他的脚趾头就好了，他会一直狂甩。又拖我，可恶！哦，我刚好看到你耶。哦，拖到纸箱。有。拖到纸箱，对。去拿我的东西。咦？有你水机，有悬浮物哎，有悬浮物，然后他就把电话搞到悬浮，好笑。啊，我们不要悬浮的时候，他就一直出来。哦，我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了。那、这是几包？二楼是不是？哎、娃娃是不是被丢了？没有，我换位置。哦，你换位置，我以为他被丢了、欸、如果拿着娃娃他会抢走然后去丢掉吗？我不知道、欸、应该不会吧。连人一起摔是不是猴子。这个都测不到东西耶，怎么会这样？跟上局一样、啊、都测不到、啊、哇，你们在一楼的手电筒可以透过地板照到地下室来、哦、真的吗？我刚刚在哪里被拖啊？这里、欸、怎么换通灵板不见了？我把通灵板移到我等一下一直拖我的这边、我听到哭泣的声音呢。就哭泣啊！哭，这个好烂哦、喔！那测不到东西，我不拿这个。有其他道具吗？哦，他拖我。哦，换你被拖，他真的喜欢在这边拖人呢、欸。可是。他又不跟那两个东西互动。哎、欸，透过收听器跟鬼谈话，你们看这样不算吗？他都在哭了。来，磨脚印，他是不是拖走谁？哦，通灵板左右，他比较喜欢这件是不是？老年的，对，左右，我把娃娃也拿过来。会，现在就缺那鬼的，哇，好可爱哦、喔！左右不是成熟吗？老年，哎、欸，哭泣，左右150，粒子计量器是500到1000。哦哦哦，嘿嘿，老年，我拿着那个通灵板，它也会动哎、欸。对啊，好可爱、喔、哦。所以拿着诅咒娃娃，它会把你诅咒娃娃丢出去的意思。你要不要试一下啊，切？哦，试一下。那照相机谁要拿着、啊？我拿了，我拿。那我拿。如果你变悬浮物，我会拍你啊。哦，东西都在这里。温度是？那觉得应该不会吧？好期待哦！期待什么？期待我被甩出去是不是？对啊！哎呦啊鬼！甩我啊鬼！快甩！我是觉得我把娃娃放下来好，我觉得好像不太可能、欸、嗯，没脚印。嗯，然后温度，哎呦，吓到我。也没有特别奇怪的温度，还是我应该要去二楼。来，他
宝宝是真的都不动，还是有可能不互动啊？不互动就是老年不安，可是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鬼。哎哎哎哎哦，这么快的吗？是我，少林是少林，少林又是少林，你死了对不对？哦、死了，谢谢，对，没错。姐姐死了，姐姐有没有活下来？哦，拖我，天哪！地下室，对，地下室，不互动。少林，不要啊，宝贝。镇水，火把。哇，他不怕十字架哦！岩，拿错了，火焰地上有。哎呀，你拿火焰了吗？啊，他也不怕这个，算了，就摆在这里。哎、欸，出来！啊，我看到他了，可恶！哎、欸，怎么都爆了？啊、哦，我拿那个火把打他。哦哦哦！哦，哎，啊，闪到，他被那个闪到了。对，先收起来吗？我先拿起来吗？哎，其实也没关系，反正现在滴滴时间。真的吗？哎，没有没有。三姐要死了，好不容易，我好不容易活了一趟，我活一场我就满足了，今天就这么一次，对，我很容易满足、啊、来了来了来了，我去你们那了，哪里哪里，我面前我面前断一根、欸、他好像真的是在那个办公室哎、欸。番茄死的那个房间哦，我哦可恶，我是坐着死的，是不是？对，你看，我刚刚想过去看一下你的姿态。天哪，我是坐着的哦，他还在里面哦，他还在那个办公室。瑶瑶，他在角落那边，跟谁了？这个姿势，那个姿势，我也在这边呢，你撒盐。门口吗？哪里？走到你们刚才那边去了。有点好笑。你们刚才三个都在里面，他趁你们在注意我的尸体的时候。哦，来了来了来了！我来站前面，看他会不会打我。哎、欸！丢了我的手电筒出去啊！来了来了来了！杀我杀我！这里这里这里 ，nice！ 有了。有了有了，又出来又出来，原地啊没不见了。有了有圣水电道哦，打开所有屋子。好，再来是打开所有诅咒娃娃带回家里，诅咒娃娃诅咒娃娃。嗯，诅咒娃娃，巫毒娃娃在里面。拿了我拿了，阿切快开门，阿切快开门。来了，我的工作来了啊！我开了我开了，剩大门而已。好好好。哦，嘿，插什么插什么？娃娃拿宝可梦球了吧？把巫毒娃娃带进鬼屋。然后就可以做了，然后再来就是对，再来就可以抓了。我来看他在哪里。嗯，要带进鬼屋，再带进车里。哦，他从办公室里面走出来，在你们刚刚位置走到大门了。我看到了，这里这里这里，宝可梦球到你了，快点，来了我来了，直冲。可是我的角色怎么跑这么慢？等我一下哦。嘿。好棒哦！有了、啊，你们好棒哦！你们是怎样？我跟你讲，今天Sony出现最多次，然后每次Sony都先杀我。真的，刚刚那个Sony是，他是先把我手上的东西打掉，然后我赶紧去捡，结果他要去杀番茄，好奇怪。哎、欸，五阶应该久等了吧？没有，我八等而已啊，还八等。对，你们要继续吗？哎、欸，你还可以吗？可以。
那我们就继续吧。好哦。啊，今天午夜不没有久等，不休息。啊，是这样的吗？下一场就久等了，不是吗？那我应没有没有没有，我好像还差1000的经验值。这么多吗？对。我可以收回刚才那句话吗？那就是番茄活下来才可以。玫瑰落影。哎，繁星没进来吗？哦，进来了。进来了。出去吧。嗯。哦，他在我面前玩电灯泡。你看到是什么鬼了吗？没有，他只是玩电灯泡。哦。嗯。我现在仔细想想，这个手电筒要$50呢。哦，有脚印，脚印是小孩哦。小孩哦。嗯，这个算什么？哎、欸，解了一个什么？伏击。哦，离那个等离子接收器。哦，是小孩耶，他挂在那边耶，是吗？小孩也可以倒挂吗？可以啊。我已经测完了500到1000。这小孩真是配合。老小孩。把它放。他的脚印旁边好了。给鬼录影跟拍鬼照片。录影 是怎么录啊？录影是不知道哎、欸，你试试看。Give us a sign. Can you talk? Give us a sign. 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说我。我我。二楼。我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嗯，这里。哇哦。Give us a sign. 哦。哦，完成了什么？那个录影吧。哦，你录到他了。对，他出来只要用录影机对他就可以了。Give us a sign. 嗯。Show yourself.繁星，怎么了？那是抱回车上了。往外丢东西。那抱回车上了，很棒哎，超方便的。Can you talk？ 哦，怒吼了。打鼾。接下来就是通灵版跟巫毒娃娃。嗯，哎、欸，可是动物说有那个鬼魂使用过通灵版的中间要拍照，是不是代表一定会动啊？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他是不互动的话，他不是？对啊，他不是？看一下哦，哦、oh, ，一定会动，因为你按不互动的话，他没有选项，所以他这次一定会动。Oh. 所以有类似的任务，就代表他一定会动。应该是哦。你刚刚在哪被抓的、啊？你带过去啊？啊、哦，我就在这里被抓的耶，就是这里原地。巫毒娃娃看他会不会换位置，因为他这次不会申请，要么被丢，要么就不懂。哦，动了，动了。哦乱动，乱动，又拖我。古神，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等下你在哪里？哈，把我拖到院子里面呢，白痴。小孩也太调皮了吧！恶意跟徘徊。
金粉炸弹跟金粉炸弹都是金粉炸弹，金粉炸弹在我身上啊。然后再是搬到玩具了，把娃娃搬出去。娃娃在楼上吗？我不知道哎、欸，娃娃在哪？去找。我上去找。不行，我没有手电筒。那我去就好了，做安全。他被吸。哦，他在这里啊！啊，可恶！哦哦，小心哦，小心哦！白瞳怕啥？虚香，找是我，咬我，咬了我一口，可恶！不是我，我找我，咬了我一口。啊，那炸弹这么难丢的咩？打开五盏灯跟，我都打开五盏灯，那我顺便开灯好了。可是他出来的时候会关灯，就是。他说用相机拍下跟鬼魂互动后的通灵版，我刚刚拍了两张都不成功呢。我来拍一下那。哦，他挂在这里，可恶！在哪里？一楼吗？他刚刚挂在那个之前吊死鬼的那个位置。哦，不是。哦，是我。在哪里？娃娃应该不在二楼，应该是在一楼。二楼没有看到。哦，我要先回去买个东西。哎，你的房间还没去过吗？哦，小孩。我两只小孩、欸，是假的。我看到掉的一个，地上一个、欸。天哪！两卵魂，双胞胎，卵魂。哦，这边呢、欸？不要跑！哦，中了。嗯，中了金粉炸弹。嗯，要找娃娃了。啊，娃娃，哦，他要回去了啊！他被吸了，他被那个衰弱光线。哦，这个光线是没了，好像。哦，一台500块，那东西有多贵？拿个火焰好了，丢你。哦？没有。什么？我很生气，丢他。生气。他刚吓我的说。那个叫什么？炸弹。诅咒玩具还是没有找到，是不是？对，我是没看到了。哦，我看到在我房间啦。为什么我们刚没看到？哦，番茄。哎，够了，你够了，不要再过来喽！不要还在外面。啊，走吧。哦，冲啊，冲啊，冲啊！猪熊。先。丢。打开五盏灯。五盏灯。这个灯为什么我打不开？嗯，快掉了。又坏掉了。哦哦，它爆掉了。我想为什么打不开？哦，我看到它了。SPI 回来。厉害。这也是吗？好、哦，开了。有了。圣眼吗？好，圣眼在我手上。诶、欸，哦，是圣眼哦。怕被拍掉，我先拿火焰在手上给他拍。啊，这个衰弱光线可能要先拿开啊，没关系，没关系，他没办法驱散，他没办法驱散也没关系。好，拿走。对。嗯，他在哪？刚发生什么事？那右手边。哎，圣眼丸就可以抓了哎。对啊，宝贝球在我手上。好哦。那全程都不开的可以抓。对啊，你居然还活着。那我居然还活着。
我刚以为你死了，所以我才想说，哎、欸，你怎么没有去找娃娃？在你的立场上，我已经先死了，是不是？对，你已经死了。来来来，哦，来来来来，下。在哪？在哪？在哪？在你面前。地上，在面前，这里，这里，地上。哪里？哪里？哦，啊，对，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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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可恶。哦，天哪！在玩 Switch。可恶。没有了。他在玩 Switch。一小坨哎、欸，天哪！小朋友。怎么可能在？来来来。啊，在你后面，在你后面，这里，这里，这里，哪里？这里，厨房，厨房，厨房。哎、欸，我有换哎、欸，谁死啊？我，谁死啊？我，安息，让你卡在玻璃门里面嘞、欸，厉害吧？对啊，这个死法，没有炸到，我开啦，开哪？哇，我手还会动哎、欸，有手电筒，真的是像瞎子一样。正眼还有吗？有啊，我还没有丢出去，还没有机会丢。刚刚 A 你丢的是什么？银粉炸弹吧。哦，我生气丢它，真的耶！反正这个手还在摆来摆去。哇，强光手电筒好好用哦。150块美元呢？来拿繁星的手电筒。繁星的屁屁，好翘、哦。啊、来了真的耶，每次上二楼就会触发他杀人呢。哪边？后面。哦，下来了。有了，有，可以抓了，可以抓了，可以捉了吗？可以抓了。啊，人呢？哦，在下面，楼下，这里，楼梯。他上楼了。哎呀！哎，你真的好烂哦！你太矮。我看到他好像砸到头。他在哪里？他上楼。他在哪里？在哪里？我也看到只剩一颗球哎。我看看啊。哎呀，哎，路口，楼梯，后面。哦，有了。切切。啊！笑好天啊！我直接把他头套丢上去。他太小只啊，太矮了。啊，如果是吊死鬼就已经收服了。楼梯就刚好有那个高低差这样。对啊，超讨厌的。为什么繁星会死？他刚说他有切到道具啊。我有切啊。哦。哈哈哈。不行哟。啊，等我一下哦。好。测量鬼的温度。为什么拿不起来？给鬼录影哎，番茄。会。嗯。要放哪边？嗯。这里我刚想说放之前先看一下有没有足迹。嗯，这种少爷代言。嗯，我一进来他就被吸了，是这样。对啊，包也不见了，包已经在读取了。Give us a sign. Give us a sign.
Give us a sign. Give us a sign. 啊，讨厌的学校。晚上好。晚上好，打 call。拜拜。哎、欸，都很短呢、欸。还好，只到底而已。厨房，厨房。这里。餐厅。耶、yeah.。Give us a sign. Can you talk? 哦，这车好快哦，它叫了。是打鼾。嘲笑。哦。对。真是睡觉的声音耶。对啊。老年人会睡觉出来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多少？100到500，100到500，那就看板子跟娃娃了。这里一下好像没有足迹的样子。哦，有耶，有一摊东西。一摊东西，哪边啊？血迹吧。哦，是黑暗或者吸血鬼，应该就黑暗吧。你在哪边？吸血鬼吗？吸血管是不是新的？你还没久等啊？对，我们还没。这里是黑暗吗？对，应该是黑暗哦。请问你在哪边？哎，我想看。我在右边，餐厅里面看到的。一摊是什么、啊？哎、欸，就来看嘛，你就来看嘛。哎、欸，这里有没有？哦，这是他的呕吐物是？好痛、哦！血迹，血迹。既然有血迹，吸血鬼不可能就走骚灵。啊，黑暗吧，黑暗呐、啊，黑暗，黑暗，黑暗。抱歉，我就被骚灵杀太多次了。你是今天跟骚灵过不去了是吗？没错、啊。哦，天哪，黑暗居然不怕圣水吧？拜拜拜，动了动了。怎么动了？左右左右左右。长手。你在左边还是右边？没事，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不行，我觉得我还是来照顾你了。不用不用不用，你走开。不是我走到你在哪？我走到。我可以，我可以。你看，哇，你好棒、啊！天哪，我怎么都拿到他不会怕的东西？我先出去拿买他那个。黑暗。是这样。这是餐厅对不对？我去测一下温度。如果是不互动的话，要先丢银粉炸弹。我来拿耶稣像炸弹。哦，他被吸走了。对，他还不错啊，我们一个任务都没接。我先把这个移到这边来。温度计在谁手上啊？在我手上。那我测不到它的温度哎、欸。哦，你在测、哦，好吧。嗯。我刚刚以为他把你抓去餐厅，把繁星抓去餐厅，结果餐厅也不是，20多度哎、欸。嗯，黑暗的温度我怎么在？哎呦，吓死我了！东西爆掉了。哦，我看到一个人影从我面前走过去，我也是黑暗。哈哈，That's me 呀！打开五盏灯。哦，要来了。拿的是十字架吗？嗯，我准备好银粉炸弹了、欸。是我、啊。你现在在二楼。哦。哇，你好棒！哎、欸，哇，这个什么声音好可怕！哈？
我死了，真的哎！我有丢他，可是我好像没有丢中，然后我就死掉了。我又被拖走了，我的天，这只很凶哎！哦，还蛮近的，再见。哇，你们要再买一下银粉炸弹？是黑暗没有错。哦，测到温度了，测到了，测到了，零点零负零点三。哎、欸，用相机拍那个，拍啊，通灵板。相机在谁手上啊？没有，没有拿相机。哦，在这，在这。哦，可惜。没丢到哈。嗯，我没丢到。灵粉炸弹。我好像太早丢了、哦、啊！来了。他来找我，他来找我。没有、欸、没有，他没出现。衰弱光线先拿走好了。这个是等离子还是衰弱光线？衰弱光线是红红的那个。哦，这个不是衰弱光线。我们现在是灯吗？没有，现在是银粉炸弹。银粉炸弹，还在银粉炸弹。对对对，因为我刚没丢到。喵喵喵！来来来 ，coming！ 嗯，对，右边没有。他被吸走了，好巧娜娜，对，好巧娜娜，可恶！要花八十块了，我花手长脚长哎、欸，他银粉炸弹啊！哎、欸，我手电筒嘞，打开五盏灯，衰弱光线，把所有的打开五盏灯，再把灯关上，有病吧？没关系，我们现在有一个人死了，可以帮我们关灯。嗯，这平常是我的工作吗？哦哦，交给你了，死也是你的工作。开了，他一直从这个教室出来。哎、欸、哎，有了。有吗？没有没有没解开，我没丢到。没有，咦、哦，没丢到，这怪怪的。丢到他呢？对呢，可是没有音效啊。还是如果他是排毁的，哎、欸，也是银粉炸弹、欸，也是银粉啊。因为我刚刚视角是没有丢到，再一次，我先拿我手电筒。我帮你照他。会不会是吸血鬼嘞？还没久等、欸，应该不是啦。不好意思，已经看到他是，对啊，看到他的长相，吸血鬼的黑暗，左右徘徊，啊，他拖我，可恶，呀、哦，隔壁隔壁而已，没关系没关系。哦哟。来，等外面、啊。不要在这个时候。来喽！哎、欸，来喽，来喽，赶快点！才刚讲而已哦。哦。对对对，我已经捡到了，笨蛋。丢他！丢到怎么丢到 Annie 啊？可是、欸、我在他后面呢，应该不会丢到我啊。可是我在他后面。对啊。哎、欸，我觉得这是怪怪的、欸。他在，对啊，鬼在我们两个中间呢，你应该没有丢到我。哎、欸。哎、欸，换人丢丢看。为什么丢那么多次都没有？我已经花了两颗八十块了。看一下哦，百五百。我们有可能搞错吗？没有啊，我也在想。剩下证据哦，一百五百左右飘嘛、哦，好笑吗？我好疯，我丢不到。哎、欸，
番茄太急了，番茄丢出去是不是？哦，我看他从我面前走过去啊。不管怎样都是银粉炸弹嘞、欸，是是不是？啊，走吧。嗯，好奇怪啊、哦！我不买炸弹，要不然不用买，我还丢不到。我试试看，我试试看。我死掉可以买吗？不行，死掉没办法网购了。哎、有了，我丢到了，丢、哦、到了。然后关灯，打开五盏灯，打开灯，先打开，找最近的就好了。嗯。来了来了。哎、欸、来了来了。往这边开开灯好了。有灯吗？开哪？哎、欸，没有啊，银粉炸弹已经解完了。我知道，我只是丢他走。刚刚已经买了吗？对啊，又买不掉，带不走、欸。对，我看不到开关、欸。对啊，我明明就在这边，然后我看不到开关。嗯，我开了三盏了、啊。哎，不行啊，再都在楼上了。应该也有吧。嗯，再开两盏就可以了。这个灯坏掉了。坏掉了。现在已经有四盏灯了。又来。他又把灯关了。对，他又把灯关了。但是他是黑暗吗？在我这儿。哇，这个声音。哦，开灯，各位。开灯啦！开灯啦！三盏，我真的是没办法。哦，有了有了、哦，再把它都关掉吗？没有，衰弱光线。衰弱光线，我去拿。那我先把灯关了。二楼的好远。我先关灯。啊，不用了，等一下出现会自动把我们灯关了，不是吗？全部吗？不知道。你确定哦？没有的话，你去关哦。我不要，我去关。关灯我还可以，开灯我不行，因为我看不到开关。晚上好，晚上好。那这里的还是啊、哦，关掉啊。衰弱光线放好，放好了，放在门口。慎言。哎、欸，我手上的这个是盐还是慎言？慎言，慎言，慎言是蓝蓝的，会发光的。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直接抓了吧？你怎么聪明？去拿。下，我还没帮鬼录影呢，刚录他。衰弱光线吸他，他来了，他从左边，要被闪了。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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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还没还没，现在才是圣言。要先把灯关上、啊，对，现在才是圣言。可恶！没事。为什么为什么在？我是要等什么？等那个啊，所有灯关上。对，對哦，等所有灯关上。哦，对对对对，我的错，我来再来一次。再來就圣言跟捕捉鬼，我还想说来一个漂亮的 combo。有，来丢啊！没了，小心小心小心，不要被骗。帮你照，帮你照，帮你照，继续走，继续走。他上楼，他上楼，他上樓，右转右转右转，上楼上樓。他是新的角落角落角落。啊，可恶！可恶啦！他隐形位置，他隐啊，讨厌！他隐形了一下，然后出来，很会骗的、欸、这只。衰弱光线 CD 还有一半，啊，笨蛋！哦，突然有个把火在我面前。哦，他在你们的左边。左边吗？楼梯口那边。是我。哦，冲过来，要冲过来喽。
啊，又没有成功哎、欸，到底？请问他刚不是把我手电筒拍掉吗？啊，我真的是完了，我变番茄了。你什么意思？跑到二楼了，我要证明自己，跑到二楼了。我要丢，每个都买个圣言吗？好啊，看谁先丢到吗？那你们等一下衰弱光线要先收起来，不然他等一下会先被闪。好的。哎呀，我还没来得及进去，可恶。在哪边啊？刚在二楼，他刚在二楼，现在我不知道。哦，跑下来，从楼梯上跑下来。哦，有了，有了，有了。哦，证明了。安妮来，安妮来，这里，这里，帮你照。不要跑！我要证明自己。跑到里面去了。哎，门口，敲到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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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低头，低头，低头，再丢。哦，你救了我，你救了我，你救了我。差点要死。有了有了，打七等了，六等而已。Yeah. 我也才八等而已啊。啊，死了也死了，经验比较少。对啊。原来要再来吗？好多钱钱。嗯。看 Anya， 我这边是还可以。我也还可以。可以啊。好。好，不抓交哦。不抓到九等的鬼不休息是不是？是这样子吗？等一下都不出来。哇，这次任务是怎样？镜子照片。哒哒哒。有脚印，小孩。认定。哎、欸，你是真的有看到吗？对，职业，专业的，天哪！打开所有的门给鬼入影。哎、欸，拍一下中间的照片，脚印算不算？不是吧？哦，算，是吗？算。对对对，中间就是脚印。可是照相机被谁拿走了？哇！那你去拍。哎，要不然来这边拍。小火车。脚印在这边，这里。哎、欸，你们在哪里？门口哦。门口一进来之后左转。来来来来。小孩派啊，熏香。哪里？这里，我照的。哎、欸，有看到吗？这里。我只看到你照到自己的脚。哦，那我离远一点，有吗？地上。哎、欸，没有呢。哦，放给我拍，放给我拍。这里啊，雕，对，没有了，没有完成任务的声音呢？嗯，没有没有赚钱的 clean 声，不会只有我看得到吧？我有拍到啊，我拍到，我看到。刚刚好好笑，刚刚魔王他说看到吗？然后我的视角是他照着自用紫光手电筒照着自己的脚。哦，原来你才是哇！圣水这些都拿进去。要打开全部的门。开全部的门呢、喔？嗯，副任务。看一下。哦，他拖我了。我想要拖到我附近了呢。哎、欸，没有吗？哇，蛮近。找一下，他要诅咒的魔镜哎、欸。嗯。Give us a sign。怒吼了。魔镜。哇，这次叫一次他就怒吼了，好开心哦、喔。哇。有人看到我生气的小孩，我掉落屋门。爱生气没有？没看到。对对。嗯、啊。看到魔镜啊！
哎，所有的门还没有解，是不是？我来试一下。电梯门算不算一个门？这里有一个门诶，哦，有了，开了，哎，有了，就是旁边的，500、1000，500、1000，又什么任务完成了？啊，诅咒魔镜带回房侧。哦，我怕啥？你们这是谁买了一个十字架？应该是发现十字架没用，丢在那边换军箱，丢在那里。对，哦，那是我丢的。嗯，那是谁做的？那不是我买，那是原本的，然后发现没有用，哦，你到底就在网购那边？对对对对对。那你想，通灵板一定会动。嗯，这好像刚才有经历过哎。嗯，这鬼也不出来的呢。哦，我被拖走了。去哪里？二楼。来了，我跟上，我跟上。嗨，哎、欸，你刚好在我这里耶！哈哈，哦，拖来我身边，好好笑。哇，太好了！我需要人家带我出去。哎、欸，乱动。乱动乱动。武神。剩下诅咒娃娃了。我好像也迷路了，这边吗？这边，对。啊，首先丢他金粉炸弹。好，我刚金粉炸弹拿在手上，然后被抓走。来喽！哦，他来了。你的熏香丢了。哎呦！哦，小朋友哎、欸，翻动对鬼屋的诅咒玩具，娃娃在哪？看我看娃娃吗？武神小孩，我看到娃娃了。哦，然后再要打开五盏灯，开灯。后来没有。哦，打开五盏灯，接下来呢？没有，刚刚没有啦，玩具，现在开灯，开玩具，现在才是开灯。等离子吸收是左边的吗？蓝蓝的、哦、小朋友在二楼，嗯，小朋友在二楼，那他应该是去找你吧？嗯，我在门口。没有出现，欸、笨小孩，你应该跑去找你玩了。他追不上我，好像。追不上我被抓。你在哪？有人被拖走了。我看到你了。呀！叮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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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这样不会被等离子那个。哦，在这里耶，小朋友，哈哈哈哈，你来跑。小朋友不要跑，我给你布给你。小朋友。小朋友嘞，小朋友跑进去了。哦哦，抓谁？我。哎，灯开完了吗？没有哎、欸，他就一直出来，刚刚好像灭了一些。对，厕所这边灯又会关。Open door。小朋友，我去楼上好了。怎么还在猎杀、啊？这里是哪里啊？哦，杀谁？你喜欢找我呢？为什么这个灯还没有完成？
但是我跑到一个自己迷路的地方。哦，你在哪里？二楼。二楼。哎呦，我打开灯了，还没有完成。天哪，很多盏灯了呢。他就一直出来，一直关啊，好麻烦。看一下地下。哦，一楼的又被关掉了。锁裂开了，应该五盏了不是吗？感觉是有了。关灯。哦，有了，有了，有了，完成了吗？对，再来是圣言。哦，我手上是一盘离子吧？哎，是圣言吗？哦，没有没有，是投掷娃娃是不是？嗯，它是什么娃娃？它好像没有动那个娃娃哎、欸，有吗？没有动的话是圣言哦，没有动的话是圣言，那有动的话就是等离。哦，感谢会员，圣言圣言圣言法师，圣言法师，干嘛？尊重哦。哦哦，小朋友来，小朋友，小朋友，有了，嘿嘿，小笨蛋，小笨蛋，可以抓了吗？可以抓了，可以抓了，可以抓了。我要地下室了。这路你到底怎么用？然后地下室了。虽然我现在迷路了。哎、欸，我死了！哦，抓到了吗 ？No！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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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失去。差点。宝贝球，那没人去拿宝贝球的意思吗？快去，番茄，就是你了。Open the door， 就决定是你了。我的手来了，哇！他去左手边那个办公室。啊！有人把盐丢出去。那后面那两条是他的头发吗？哈哈，是哎。哎、欸，他跑去哪了？跑去哪了？我带球，我带球要跟他玩呢、欸。杀了我一下之后，哎、欸，后面后面，你一后面转身转角遇到阿杰，对对对 ，nice。恭喜姐姐活下来又一次。只要不是骚灵就好，好不好？现在是怕骚灵的部分。有骚灵我就必死了。哎呀，我怎么掉出来了？可恶！按了两次夜十七哦。哎呀！等我一下下。好，应该在一场我就等级九了。好。第九是有三只新怪，是不是？长角等级九的话多了三只，对，长角恶魔、吸血鬼跟木偶。我想好想看木偶，木偶感觉很恐怖哎。看一下他们长什么样子。对啊。哇，吸血鬼。我去拿个快乐水。我每次进来都好像有东西掉出来的声音啊。那就是你开门才会有的音效。拜拜。看到魔镜了。任务是魔镜，然后收听器、电磁场。魔镜在一楼最右边的那一间客厅。你没拿吗？没有。那我去，那我去。哎、欸，啊，我怎么把这个拿出来？我好像看到他突然跑出来，是不是？小电脑看到。Give us a sign. Give us a sign.
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Can you talk? Give us a sign. Man, 有什么证据了吗？哎，捡走我的手电筒，可恶！没事没事，我买我买我买。Give us a sign. 跌倒地上的就是别人的了。Give us a sign.We are friends. I'm friendly. Oh, oh, 他是显形的声音吗？对啊，可是没看到他，感觉在二楼哎。嗯。Give us a sign.撞墙。嗯，哦，什么都破了？灯泡，好像破在一楼吧。嗯？哎呦！哦，我刚才是听到这间房间呢。看一下什么任务，叫死鬼或者是溺水女尸，哭哭哭了，哭哭哦，吊死鬼，吊死鬼，看到他，看到了哦，嗯、啊，我不用死了，吊死鬼，哭嘛，对，要网购喽。下一个激怒鬼魂，用圣水哦，用那个圣水在我身上，用这个也可以激怒他。哇，谁这么快完成了这么多副任务啊？谢谢谢谢谢谢，不是我。拖我。拖拖拖拖拖拖，拖到二楼啦！走下来吗？没有了，在一楼。哦，我想说这边已经快变成自己家了。好像是二楼哎、欸，他、啊、怎么关这边的门？哎，我在二楼。好像来这里，这里你的东西，你的东西在这。嗯。外三个东西都没有动静。他没有下来一楼，是不是？嗯，好像我感觉他是在右半边活动。嗯，多啊，跟通灵板都有可能不互动。哦，哎、欸，这里，500、1000、500、1000，那个右边走廊，右边走廊，你要不要来这边？来这边，真的是右哦，吊死鬼在你面前，面前。我面前吗？对，你刚刚在你那个上面挂着角落，又是那个角是不是？对对对，很适合他的那个角落，真的很适合。500、1000、500、1000，这里怎么灯啊？他是不是跑出来了？500到1000，哇，第一个都是圣眼，那么强哦？嗯，没有啊，老年跟古神还有状态，第一个都是丢圣眼啊。哇，你好强哦，我都没去记。没有，我看啊，我没有记啊。哇，你都去看了，我都没去看。那毕竟他不出来嘛。又拖我，可恶！啊。二楼被拖去二楼了，当自己家、哦。哎、欸，又是同一间房哎、欸，好好笑、哦、他。
你吗？嗯，出来了。哎、欸，我出来了已经。哎、欸，不对。他通灵板嘞？我在这。对啊，通灵板我刚不晓得跑去哪里了。我刚拿着，然后跟那种八卦镜一样，有没有？啊、看他会不会动这样子。哎、欸，我手电筒。哦，巫毒娃娃升起。巫毒娃娃升起。哦，他要掉在那个很适合他的角落。哎、欸，乱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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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武神照到他一次。镇定吗？圣眼金粉炸弹，圣眼金粉，圣眼，圣眼在我手上。哦，来喽！好，哦，对不起，安妮，你吓到我了，抱歉。啊！我是鬼！啊！在哪？在哪？后面，啊、我死了，各位再见。这一定是我丢安妮的惩罚啊！我。为什么？为什么你死了？啊！他一直在丢那个娃娃。对啊。为什么你身上没有那个保命的是吗？保命的丢在你身上了。丢错了。他想说一个没开手电筒的缓缓走过来，我就丢他了。嗯，等一下，我们现在是什么？因为从圣言开始，是不是？是的，对。圣经点耶，耶稣受难像十字架，个挡哦。哦哦哦哦，哎、欸，两只哎。真的耶，一组一哇！两只荡秋千呢，好可爱。哦，我被拖走。二楼。啊，安妮不是安妮房间，隔壁间。他一直都是锁这间啊，这边。我们刚刚是完成了什么？圣言吗？嗯。金粉。金粉我拿着。哦，金粉你拿了。但我不会丢。点蜡烛。我拿着，但我不会丢。对，我拿了，我那跟上刚圣言我丢了，你知道吗？好啦，夸夸你啊。对。你好棒耶！那警察我耶。怎么死的、欸？你说繁星怎么死的吗？他把我的惩罚，我对女神不敬。你是拿什么丢我圣火吗？圣火啊，圣火加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啊！我丢圣火就发现他完蛋了，我只剩手电筒了。他如果拿丢到的是怪的话，他就会火。嗯，哪儿啊？怪打火机在哪？打火机在我身上。哦，好，那就好。左边。哦，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哪边？这个不能遛鬼耶，真可惜。鬼跑超快。我刚试图遛鬼。那我先去外面好了。哎，这个门。你干嘛自己起自己吃闭门羹啊？我还有一条命。我这是门怎么开来开去？是繁星在开的。哇，这是两只鬼耶！天哪、啊，对，很可爱。哇 ，Hello， 双宿双飞。哇，这边又有四天呐！啊，没招。你是不是丢到我？丢啊你！我看到了。丢我？我丢的是他的头啊。哎，我点了三根蜡烛啊，为什么没有？哦，因为金粉那个还金粉还没有啊，哦、还没有。OK， 没事，你已经有没有未雨绸缪了？哎、欸，他是不是又出来了？哎、欸，安妮那边，我跑了。我有本事出来啊！出来，我在后院来啊！哎呦哇哦！竟然吓我，我都已经死了。还出现在那个角角吗？偷我的强光手电筒，可恶！嗯，你们两个也是长一样的，哈哈。都红色的。哦，我瞎了，应该有吧？哎、欸，没有啊，
这个不是会激怒他、哦？黑黑的来了，黑黑的，这里。哦哦哦，有哎、欸，有你戳我。然后接下来是什么？点三个蜡烛。坐去后院。那是现在重点完了，耶稣受难，对，十字架。十字架谁身上？拿十字架拿着就好了吗？对，拿着就好，让他攻击就好。可是你要小心，不要被他拍掉。对啊。你，他在后院来扫我，被拖去后院，对，来扫你，来找我。啊，等他出来吧。这个衰弱光线不是会激怒他吗？奇怪了，怎么他刚被召没有完成那个副任务？所以球可以准备拿过来了？可以的、啊，有在我手里了。你已经握着，嗯。我发现它这个门啊，如果你站得很靠很靠前面的话，它会把你关进去。他有直接推进去，对，刚就有人疯狂给自己吃了闭门羹了。没有，那是我在开门。哇、哦，当然是你在开就对了。对啊。里面这位是谁啊？我啊。哇，好勇敢呢、哦！哦，有没有好蜕变呢？有。出来再叫我。嗯，怎么叫？就门关的时候跟我说一下。关了。你要不要往里边一点？你在门口一点啊，他们就可以马上开门，马上撞他了。那我在门没有，你先进去，先进去触发之后再往后走。对你假装要上楼，好像刚才假装要上楼，他就会出来。哎、哦，有了有了，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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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啊？没来、啊。没有啥？哦，他在那里门口。门口啊，他被。照到是不是？没有啊，那个可以先收起来了吧？我先来收哦，好哦，小心哦。楼上，他在楼上，在楼上猛猎杀我。我知道，讲一下而已。你上去一下再下来。你先骗他嘛，你就讲个啊，今天好累哦，好想直接睡觉。哇，好想跟凡西睡在一起，不好意思啊。已经被冰在冰箱里面了。嗯？来吗？没有。他不想要吃番茄。好，下一位。哎，你这个是什么？是只要被他杀就好了吗？嗯，对。不是，你要把那个，你要把十字架给我去。就只对拿着就好了。我拿着。你怎么还有一包圣眼？嗯，啊，果然只有少林最符合他的胃口。哇，他会开灯哦，他会关灯哦，他在安妮房间玩。假装上楼，这招没效了。他在右手边的二楼。对，就不进去了。这房子超大啊！你，我来了。要来了吗？嗯。楼上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有了，有了，丢他球，丢他球，丢他球，丢他！他换到那个角落了、他跑到这边了，他跑到这边，球在楼上，球在楼上，球在楼上，球在楼，你怎么？哦，哇！
哦，是这边差点死了，吓我一跳。那他还在左边呢，差一点，差一点死掉，可怕。耶、yeah, ，等级九了，有等了，哇，等级九，可以抓新的鬼了。哇，遇不遇得到嘞？对，暂时不问题。哎、欸，你还可以吗？对，嗯，好，那就再说。你要看新鬼，嗯。得了，啊，三角恶魔 ，nice， 没有错 ，nice， 抽到路 ，nice， 啊，左手娃娃掉下去了，嗯，水龙头蜡烛，这款游戏每次先截取都是我的那个 Switch 的截取盒、欸，哎。那你，嗯，你就说他的麦克风，对啊，都直接收我那个 Switch 截取盒，那我直接打开动物森友会好了。那那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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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欢乐的抓鬼哦，你抓悠悠吧，你帮我收集我的灵魂吧。啊，今天镜子一样在最右边哦，最右边那个房间。看小水龙头。点燃所有蜡烛，还行啊。我在弄，我在用。蜡烛我在用。还要打开水龙头，看到顺便用一下。啊、Give us a sign。Can you talk? Give us a sign。好像啊。有魔戒任务吗？我不知道，看一下镜、喔、子在最右边，有使用诅咒镜子，对，打开所有水龙头，点燃所有蜡烛，给鬼录影。给鬼录影，这里有魔镜，你拿起来就有了，拿起来马上换。Give us a sign。嗯。去收集这个。Give us a sign。武器要不要来这边？好。隔壁。能收得到。Give us a sign。不见了。三十趴。Can you talk？ 没了。Give us a sign。哦，吓到我，吓死你！啊，写完了。剩下蜡烛，好像在粉红房间。你的房间里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香氛蜡烛？哎哎、欸欸，为什么？这个到底怎么算呢、啊？有时候会跳，有时候突然没有了。WiFi 不好哎、欸。那也烧了。Well, friends， 还是在一楼、啊。I'm friendly。哪里有蜡烛？看看哦，地下室有蜡烛吗？好像没有。哎、欸、，Can you talk？ 我刚好像看到它挂在那边了、哦。吊死鬼吗 ？Give us a sign。不是吊死鬼。新鬼。哇。它的样子不像吊死鬼。哎、欸，一百五百。咚咚咚咚咚。没有玩过，我还没玩过一个东西耶。Give us a sign。嗯嗯嗯，看错了。蜡烛，蜡烛。哎，不要闹！哦，有人被拖，繁星，繁星被拖走，后院太好了吧？那地下室什么都没有，水龙头也没有，蜡烛也没有，奇怪。Give us a sign。
Show yourself. Can you talk? 哦，录音有了。录音。圣蜡烛。念 F 二字。蜡烛。他哭了，然后温度是负的。五级。有可能是木的。EMF 五级。你也不给我电话哦，那就不是新鬼了。新的了欸、蜜水女尸。撤退撤退，走了，回家回家。有办法吗？可以啊，可以直接撤退啊，里面有个撤退按钮啊。是假的。这里啊。哦，是女尸。美女，无界的美女。哦，原 EF 这样用的，我知道。怎么叫无界的美女啊？美女怕怕老怕圣母玛利亚，啊，怕老哦，是基督。为什么我还没有完成蜡烛啊？好奇怪。那就是有少了。欸，就在这里啦，楼梯旁边这里啊。那个，啊，有了有了。玛利亚，真的是灯火照远不照近。玛利亚，嗯，哦，他拖我走，通灵板。番茄不要哭，女尸而已。通灵板不会动。嗯，通灵板不会动。对。那就是镇定不安。多了，我换位置啊，不好意思。都是上位，吓我一跳，我想说怎么不会痛啊？就整个盘子在那边。不会动啊，只有整盘子动了。再就看娃娃会不会生气。如果是不互动的话，就是不安渗水。都是上水，对不对？对，第一个都是渗水。那没问题。蹭水，蹭水，有人拿吗？我拿了。哦，好。下一个，五个水龙头，先开。哎，没有啊，全部水龙头都开了。哦，都开了。好。对啊。快出来！来喝水喽！蜜水美女要喝水。嗯。死因就是被水呛死，被呛死，快怕渗水，还要把水龙头都关上啊啊！哦，是关上不是开哦？没有，先开五个，再所有都关上。搞事。若是不安的话，哦，哦这边他出现了一下，在餐厅的角落，他不见了。哦，什么东西在亮？你又拖我干嘛？哦，他去外面了。谢喽。你把我拖到古井旁边什么意思？嗯，真子啊，对，啊，可恶，没有成功。哎，啊，我地板上有一瓶，又过了吗？被拖的那个地方，没有。哇，好恶心哦！天哪，他叫的好惨烈哦。哇，不是你丢的地方是哪里？嗯，哦，我捡起来了。哦，等一下。他有一瓶圣水吗？啊！你刚刚是从哪里被拖走？没有，我他捡的，他捡的。啊，他刚刚是在就是后门附近。哦，他跑上二楼了，他跑上二楼。哦，我看到他飘上去。要不要出来一下？要不要喝水？有加盐的哦，避水。有加盐的。加盐沙士，来了来了来了，
咋啦？真的是有够讨厌！哎，你怎么在二楼？哎，他拍掉是我的手电筒，可是他抓的是你，你挡到了。哦，在这里挂在那里角落。哦，吊死鬼那边、哦，这里。他每次都只出一下下，哎，讨厌。对啊，超快的。没有，我没有水，我再帮他买瓶水。他看起来他好像很渴，帮他多买几瓶。啊，水龙头装的水可不可以啊？很贵。啊，我买两瓶啊，谁要？哦，真的假的？好，我去拿。超身高药水。啊，喝下去零号身高。哦，好想要。我女生。这是要去后院吗？哦，地下室哎、欸，天哪！地下室哦，我不喜欢地下室哦。哎、欸，他人好好、哦，他拖完我去地下室来帮我开灯。这么好人呢？啊，可能。Oh no！ 完吧，我去捡我的玛丽亚。不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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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到了。哦、，nice！ 哦。看一下。哎呀呀呀呀！打开水龙头啊！哦。然后可以先把炸弹在我手上，就先把水龙头关掉，走吧。好，先去关灯，顺便关。关水龙头，这里。哎、欸，安美要丢银粉炸弹。有啊，在我手上。跳在二楼。好。在二楼。一楼的关好了。刚刚擦肩而过，哎，擦肩哪儿个？他在哪？二楼。啊，圣水给你喝，圣水给你喝，不要杀我，拜托。你看那个走鬼鬼祟祟，是不是很像鬼？我就丢他了。一卡一卡。二楼还有水龙头没有关啊？对啊。圣火是要拍他是不是？又来是不是？好了，厕所的关了。银粉炸弹。哦，我刚刚擦肩而过，他还在二楼。然后他显形了。二楼先行。哦，他飘了哇！飘飘飘飘。嗯，水龙头还没关完吗？不是，要先丢完水龙头才会那个任务结束。来、哦、来，一楼。哦，拍掉。你已经丢掉了是吗？开灯，对不起，嗨，在一楼，摔落过去。哎、欸，对耶，我直接去拿镜子召唤他过来就好了。嗯，哎、欸，放绑的吗？哎、欸，镜子，这个是镜子吗？你说大客厅电视房那边吗？对，我拿到镜子了，我来召唤他。啊，不行，这个我离他远一点，我在这里好了。嗯，在远处显形。嗯。关门。我来喽。没事，他是。哦。有了。带什么？有、哦。水龙头、哦，小基督像啊！拿球了。哦，错了。基督像在我身上。
我要闪到他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将他收起来？对，先收起来。哎，等一下，刚，哎，我是什么东西没按呢、啊？什么东西？是上眼吗？还是收听器是什么？呼气是吗？呼气。托尼版不互动啊、哦！有有有有。基督雕像。基督雕像在我身上。我也有。对，进去被他杀就好了，是不是？杀我啊！哎呦呦！来呀、啊，笨蛋！来了来了。这是 Annie 最勇敢的一次。有有有有有！哒哒哒哒哒哒！是你吗？是你吗？可以丢了，可以丢球了。在哪？在哪？他在上面楼上，楼上。你帮我，你帮我照，你帮我照。我看一下哦，他去哪里了？哦，他在楼梯下去了吗？楼梯口哦，对，哦哦哦，他下来，还在楼梯口。哦，对对对，哈哈哈哈哈哈。下来。So easy。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吓我一跳。哈哈哈哈哈哈。那什么时候遇到新滚呢？疯狂难度是什么？要试吗？我试试看啊！疯狂难度会不会比较容易遇到新鬼啊？我也不晓得，狩猎更频繁之类的东西。嗯，哪哪里的水有哪里？水龙头开，水龙头开门。他买的东西其实都没有变化、欸、火焰跟炸弹都可以买十次啊，那个十次炸就只有一根线哦、喔。哦，对，哇，这么刺激哦、喔。OK， 应该是没有足迹。嗯 ，EF 其实蛮好用的，如果测到的话。真的吗？我都没测到东西、啊。它显形了，它在哪里？可能我看不到。到对，刚刚显形了的显形的音响。哦？哦？什么？我越靠近鬼，它越感受得到讯号的意思吗？嗯 ，Give us a sign。就等他自己走过来。哦，吊死鬼吗？好像是。等一下，你有看到一条绳子吗？嗯，瞄到一眼，可是不是很确定，好像是吊死鬼的样子。Give us a sign。吊死鬼今天戏份很多哎、欸。最近不是骚灵吗？是，好像不是。Can you talk？ 我只瞄了他一眼。是水龙头，是不是 ？Give us a sign. Show yourself. 啊啊啊！那也拖我，吓死我了。啊！五百一千。五百一千。你在地下室吗？我在二楼。等一下，我在哪里？我下来了。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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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怕哦！啊，是吊死鬼吗？刚刚是吊死鬼吗？我不是很确定。要不就捂着你眼睛，猜猜我是谁？Can you talk？好小。Okay. 小。那就是看通灵版的时间了。还有什么副任务要解吗？衰弱光线和开门。
开门。开门哦。我滚好像有点问题，每次都给我跳好多物品。楼上的是我们的人还是鬼？我在楼上走。哦，吊死鬼。哦，吊死鬼吗？哦，嗯，对，看到了。啊，十字架啊！哦，这么快就照到了，嗯，来试试开门。开门。哦哦，被拖走了。我摔了光线油吗？要死鬼！哇哇哇哇哇！十字架。安妮房。咦、欸。哦，我被拉好远了、哦。安妮房。哎、欸，他突然出现呢，没有征兆哎。哦，已经没有那个特效。他直接對對直接扑在我脸上哎，我。哇！乱动乱动。拉你还是什么？对。啊，我是直接开杀、哦。对，我火炬直接丢给他了。哦，不要抓我，送你火炬。驱散鬼，找一下我刚掉的东西。我还想找，不知道自己死在哪里啊？不是，欸、被拖在哪里？死在哪？我刚不是掉在这里吗？怎么不见了？嗯，啊、是谁？我们是门还没有打开吗？哇哇，你是？你还在吗？他真的没有征兆哎、欸，就突然。对对，那、啊、你是有撒他东西吗？对，我对他撒了盐。嗯。哦，在这里挂在这里。有了圣盐。好赞哦！这太刺激了吧！哇，没有征兆还蛮刺激的，说真的。那没有那个，就是啊啊啊啊那个。对对对，对，这里是金粉炸弹，是不是？哎、欸，有什么？哦，乱动了，乱动了，乱动了。对他刚有乱动。然后再是点燃三个蜡烛。啊，还有什么证据吗？乱动跟五百一千。乱动五百一千咆哮。咆哮！我、哦、还有被照到了。咆哮！好。恶意或者徘徊，金粉炸弹点蜡烛。什么声音？他拍，靠，他跑出来了！哇，他跑出来了！哇，哎，哎，哎，哇，他在外面杀人！他跑，我看我的四架好像被他拍掉哎、欸！哎，疯狂模式会追到外面来。哇！本身在外面死掉了。没有，我就手电筒被拍掉，马上往后退，我就死了。我刚刚看到在外面想要出来丢个东西，好嗨哟、哦！好嗨哟！哦，地上还有十字架，好凶哦！对，还是我支线没有解的。支线我不知道、欸。所有的门打开，水龙头、水流光线，应该好像都好了、欸。啊，捡不了两个十字架。啊。把那个线拿下来，绑在自己十字架上、啊。那一根线价值45块，那个十字架木头才5块钱。哎呦，我要玩跷跷板。嗯，然后死了没钱，帮孩童那个做跷跷板有没有？来，抱在我身上了，我当跷跷板。打火机。我们要开点一下蜡烛吗？还是已经点过了？哦，已经点过了。哎、有人？吓死我！没事没事，我挡了。哇，然、哦、后那个石啊，整个碎掉、欸！哎，天哪，地上地上，来，有我的石架陪着你。哎，哇！哇，还好刺激！这好嗨哦！要加什么？哎呀哎呀！没有剪。
再来点蜡烛，蜡烛点直接抓吗？来，蜡烛蜡烛，三根蜡烛，蜡烛还有火焰，对啊，打火机在，火焰在我身上。好，我先丢火油去买个打火机。看你，你的死状很像那个不小心。哎、欸，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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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火机、欸，他把我身上的东西全部拍掉，还要马上蹲下去捡。对，哎、欸，你要哦，天哪！可怕！我们要需要光线，对不对？没有打火机，没买。反正我们本来那只嘞，那如果光线不需要啦，不需要吗？嗯，我可以挡一下他啦。他现在那么凶、嗯啊，打火机不蜡烛现在有点了吗？有了。哦，点好蜡烛。火焰。火焰了。啊，是我手上这个吧？我好害怕。要赶快，你建议蹲下啦。对，我也觉得建议蹲下。建议蹲下，拍掉的时候马上捡起来。我刚就这样子。听起来有一点卑微。Hello， 我去二楼看。前面两个难度还是追着打。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没有啊，在那个角落。啊！我丢错东西，我丢到圣水。哎、欸，来了，来了，来了！有有有有有，追到、啊、有要丢吗？哎、欸，等一下，等一下，要捉了，捉了，丢丢丢丢丢！加油啊，番茄 ，nice。我觉得疯狂的是好好玩哦，他太坏了吧！用爸爸全拍掉是怎样？哇，这难度好刺激哦！他是一拍全部拍掉吗？对啊，看把整组拍掉哎！我以为他拍掉我手电筒就滚滚，我那个十字架滚不到。你们要继续吗？嗯，我们要不要再一局看有没有机会？不然有就有，没有就算了。啊，最后一局，那一样疯狂吗？来啊，来啊，自己做疯狂可以。疯狂真的好刺激啊！你们两个难度还在追着人家打，这个难度直接蹲下，蹲在那边等他来，真的很能屈能伸哎、欸，我们。为了活命，不是他不讲武德啊，没办法、啊，他先害死的、欸，然后全部打掉的，对啊，还整组的，拍悬浮拍鬼魂，打开所有的门，地板。看起来一样没东西，没有痕迹。我还是不舍得买强光的。不要买啊，一百五。证据都找到，你再把地上的强光带走就好了。哎、欸，嗯，怎么了？你的通灵板？我刚在你手上，是不是丢不出去？晚上好，拿个盐好了。对啊，身上带一个火把好了啦。你至少火把可以。好像看到了，感觉到了，感觉是黑暗，感觉了。刚刚在那个餐厅那边、啊，激怒鬼魂，拍摄物品，拍摄鬼照片，打开所有的门，开门喽 ！Can you talk? Give us a sign. Show yourself. 哦，那到底是谁啊？不是，是长发的吗？女那个美女吗？那我去看一下。美女姐姐。啊你哦。
五个灯。Give us a sign。五个灯，然后0.多度。有可能是吸血鬼吗？哦，我收到讯号了，我收到讯号了。僵尸。啊。哦，是僵尸吗？太好了，小僵尸。五个灯，然后又那个温度的话，应该是僵尸。我是看温度计跟那个 EMF 对，我是好可爱哦，把 WiFi 那边收。Can you talk？ 五千，不啦，五百一千，五千，老老是僵尸，老成这样，你看到僵尸了是不是？嗯，是僵尸。第一个 ，Give us a sign， 还是眼吧？圣火，第一个一定都是圣火了。好，那我就拿这个火把。门开门的还没有解，对不对？嗯。Give us a sign。哎，不对，我怎么拿着火把在问他问题？Give us a sign。等下，僵尸怕什么？怕火把，嗯，驱散各种烟、哦，不是火把，那个熏香，要让他愤怒、哦，熏香可以让他愤怒，对啊，所以拿着熏香吧。Show yourself， 为什么我们要对一个中国僵尸讲英文？哦，我们要激怒鬼魂。哎，我们被拖走了，不见了。没事没事，我是个成熟的，不到四外了。Show yourself。太坏了吧！全部拍掉是啥小？是什么鬼？猎杀全部拍掉，这个才麻烦呢。Give us a sign。悬浮物，快点悬起来！Give us a sign。啊！Show yourself。他哭了，他哭了。他 QQ。他躲外面也不安全。他那个应该是已经锁定要杀繁星，所以他追出去了。女妖，不是，他已经跨过我们的彼此的界限了，好吗？他玩不起。会动。玩不起。仇恨值很高。可恶！我刚刚差点往安妮丢火把了。哦，显形的声音。哪儿啊？二楼吗？边就等看看，那个巫毒蛙会不会升起来？他可驱散鬼的倒数第二个那是啥？哦，贝托，饿了，他把我带回去睡觉了。啊，没事没事，我知道。他才开灯哎，你看，他好好笑，天哪！铜铃板乱动，乱动，乱动哦。嗯，古神，圣火圣眼，冷冷冷冷。可他不出来给我们丢啊！嗯。哦哦，上下。对。悬浮。啊。好，那个圣火圣炎。魔镜有找到了吗？嗯。我去找一下。第三个是魔镜吗？感觉在第一，感觉在二楼哎。哦，他那边用那个，
悬浮物体，可是我的相机被他拍去哪边？找到魔镜了。哦。回来了。还是不错啊。你可以拿那个啊，强光手电筒了。对啊，现在证据都找到了，可以拿强光手电筒。我拿你不说话了，他被附身了。哎、欸，你50块也放150块哦。我找不到，我找不到那个什么。什么？他把我的东西拍去哪里了？你什么东西不见了？我的相机。哦，不是我。相机？那你还要带什么东西？相机、手电筒跟哦，托托。哎、欸，你要去哪里啊？地下室。嗨呀，二楼，二楼。嗨。认识不出来。要显形了，是不是？哇！别抓我！反正我被咬到了，我。有圣火打到、啊、好，那是圣炎。圣火是哪一个？火把吗？对，火把。哦，有打到了。好了，安妮不要哭，我还在安妮。哦，他在这里。刚刚如果繁星不在我旁边，我应该没的。我手上什么都没有。嘿，圣炎，来，你东西都在。了吧？欸、你刚刚手电筒是爆了啊！手电筒对，它是爆掉了。他把手电筒用爆了欸，哇！我有看到一个很像是圣火，很像是圣炎的特效。对，就整个叉炸开，然后就看，怎么没发光？啊、我砸到阴影！圣炎，炎，火炎，要再去买盐了。我这样不算激怒他吗？我明明哦是被你丢的，哎、欸，我刚刚丢了他一个银粉炸弹，可是他为什么没有被激怒？嗯，对呢。啊，你手上拿那个好了，熏香。干嘛？我的熏香也被他打掉，不知道去哪里。有了。哦，有了。那我要用魔镜哦。好好好，那盐你有吧？有，我刚好身上有盐。盐，火盐，那火盐在谁那？好，我拿火盐。我用喽。好。有了！快，天哪！盐，他火啊、哦、有。火焰火焰丢不走了。有哎、欸。有。有吗？用好了，對對對對，嗯，它衰弱，衰弱光线，不多鬼，快抓！哦，抓多了是不是？抓啦！抓！不见了，小智，跑在哪里？跑去哪？不对，我要拿个保命用具，它这次还会咬人哦，小心哦。哎、欸，这里 ，Hello， 有了，可恶，会不会挣脱啊？挣脱，跳出来，五桌失败，很棒，以后就蛮疯狂了，疯狂难度还真很刺激，哇，至少不会碎，还蛮刺激的，好吗？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好，期待下一次，哇，我4000块了耶，然后我等下有钱多少？我记得我钱很少，我才2000多哎，哦，我有7000哎。太好了，哇！谢谢爸爸。等下，为什么才2500？我一直在买东西，是不是？我也一直买啊。对啊，你应该是每次死亡会减半。那你死掉快点，多解了一些任务啊，差35块。我的钱。嗯。辛苦啦。好啦。做结尾吧。好、哦。辛苦了啊，好了，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哦，疯狂模式好好玩哦。
啊，刚刚我们走着走着，啊，怎么突然吓被吓一跳？啊，身上都要带保命的。啊，就这样，感谢大家。哎，我想说开台前，因为又太不舒服了，然后吃个那个降心跳的嘛。我吃完之后，哦，整个人好晕哦，我还想说我是不是吃到安眠药了？我明想说药包打开，我把安眠药先放旁边，然后吃的是那个降心率的，就吃完之后，好晕哦，好想睡哦。对，好啦，感谢各位大家收看。啊，拍一下，不行，我现在好晕哦，好飘哦。卡卡有谁啊？卡卡有谁啊？哎呦谁啊？好，最近真的好懒得带哦。啊，好啦，直接关哦，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